走。我看你大头贴能听到吗？对。哎，昨天那个部长吗？对，昨天那个你回来了。昨天的没回来。来来来，不能走。纸杯吗？没有。保温杯。我里面是冰水。有啊。对对对。那是那一家是乌龙茶。大龙茶。哎呀。好看的是。那是我们杯子。两块买最小的。哦，那个蓝杯。已经到了吗？有两位的吗？是哦，他受访。继续开会哈。我们先介绍在场的委员，罗志正委员。那我们就继续来处理外交部106年度的预算。主管公开部分，从提案D33开始。再补充介绍，我们吕顺林委员。再补充介绍，王定义委员。我们从D33开始哈，33到36，请宣读。D33到36，同为驻外机构业务向下驻外观光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D33，由于预算说明与分支计划及用途别科目无法一致，
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观光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100万元，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第34，驻外观光单位过去工作内容效益说明未臻详尽，原针对第三目驻外观光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4。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吕孙玲、王定宇、陈廷飞、林长佐、罗志正、蔡世应。第35，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逐年增加，编列预算时有必要本于准结原则，核实估列，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观光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5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第36，第三目向下驻外观光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物品办理小型观光说明会，联系驻地旅游业者及媒体记者发布新闻稿，搜集分析相关观光资讯，原列584万8000元，删减10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以上宣读，请说明。主席、各委员，大家早。那个，我是交通观光局来做报告哈。那有关于第33到36。那个驻外观光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预算988.7万这一部分哈，那事实上跟昨天教育部在报告第29跟32案的提案是项目是类似的。我们这个项目是编列明年预计啊内外互调6个人次所需的这个村庄费啊，这个是依照规定核实编列的265万5000元啊。另外就是我们两处就香港跟新加坡办事处未能统筹这部分 的行政维持费。那因为我们香港跟新加坡这两个处都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那像香港我们一年大概要服务150万以上 的客人、哦、那新加坡地这个办事处它辖区包含纽澳、印度、中东，也服务了超过50万 的游客、哦，那这一部分真的是都是核实编列，而且其实我们这两个办事处工作十分繁重。那另外，李委员咨询36案这一部分所列的584万8000这一部分，就是刚刚讲的这两个办事处针对旅行业者、媒体以及旅客所做服务相关那个业务的那个推动费用。那恳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请提案委员李委员。好，我想针对这个驻外观光单位的这个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的这个预算部分，我想很多人其实对这个部分都有一些疑虑。那我的部分是D34，那我是针对说我们这个驻外观光单位呢，过去对于这个工作效益的内容并没有详细说明，所以我希望说在针对这个部分相关单位来跟我做一个报告这样子。那冻结的部分我那个金额我没有意见。对，好，那我们这一款还有D36案，就针对我们驻外观光啊，有关物品跟办理小型的说明会啊，这个联系驻地的那个旅游业者，这个跟媒体跟发布新闻稿，这收集相关的一些资料资讯，我觉得这个计划成效非常的不明确啊，所以应该要透过我们的网络就可以搜寻得到的，不用再另外再来收集这相关的资料来做一些浪费公帑的行为啊，所以我们认为这边要先简略部分，让我们利用多多的利用网络的来成效会比较看得到。报告委员，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们说明部分没有那么清楚啊，就事实上所谓的这个资料收集部分的工作是占很小部分，主要是刚刚讲的我们对于驻地在跟业者还有媒体部分的这一边，还有当地游客的服务，像我们那个办事处都有对外有一个服务窗口，每天都要服务很多的这个当地游客到我们的服务台去索取资料啦，或者是去洽询一些相关的问题这一部分、喔、那你是收集资料这部分的经费是多少？那个其实那经费其实不多啊，所以可能我们在说不多是多少、那個、就是在等于是一般的我们在聘用那个临时人员这一部分啊。你用几个临时人员在收集这些讯息、那是指我们是刚刚其实有部分就是说讲说是服务客人这一部分，
服务当地的游客，那同时也会做一些问卷这样。好，那是在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临时人员这一部分，所以是不是可以容我们在针对多少临时人员？两位。两位就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吗？没有没有，他还有像我们那个，对不起哦，像我们的新加坡办事处还有负责关宏专案这一部分，也是需要有人力这样，就两个办事处，都是用当地的。对对，当地。好。我想主席，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驻外单位在服务旅客来询问的这个次数有多少呢？这个基本上像 一天 至少应该都有好几十位啦，这部分我们是不是容我们在针对这个就是30万这个584万8000这部分补提这个书面资料给委员？好，那这样子主席，我的建议是说我们用冻结的部分，然后请他们提书面。冻结四分之一吗？冻结四分之一。你要冻结四分之一好吗？是不是可以冻结好？因为其实这是没关系，等一下还有提案委员徐委员。你是简列，不是徐委员是简列，那，50万，你，那就不简列是吗？请拿麦克风给徐委员来。新加坡如果没有意见的话，要照我简列的，我也没意见了。好，帮主席说明。那个，我昨天也有强调说，这些各部会汇到我们这边的经费统筹，他们那个额度是很拮据的转过来的，所以那105年度开始，这个年度还没执行完，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一边啊？几位委员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给他用保留100万的额度，然后其他不用删了，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们再提一桩，你是说冻结太多了？冻结，对对。那主席，我的建议是冻结100，因为我的冻结是四分之一嘛，那四分之一其实就是250万。那我觉得说让他们这个相关的部分能够在运用这个预算上面能够更加有弹性，那又可以让他们来做一个书面报告。那我的建议是冻结100万。好，那我们33到36就不予简列，冻结100万，做书面报告。做详细的，你们很多细目真的没有讲清楚啊！这个费用的支付啊，都混在一起了，要一幕一幕的哈，每一样费用都说明清楚，做书面报告啊，同意后使得动支。好，感谢委员。37，请宣读。第37，驻外侨务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1088万4000元，预算说明与分支计划及用途。用途别科目无法一致，原针对第3目驻外侨务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以上宣读。请说明。主席、各位委员、侨委会副委员长吕元荣报告。谢谢委员的提案来垂询有关于这一项驻外的侨务工作经费。那这项经费呢，是由侨委会编列，然后是属于外交部统筹的经费。主要的内容包括有装费、机票款、杂费以及搬迁费等，是属于106年度内外互调人员这些所需要的相关经费。那因为明年度总共编列有9个人次的内外互调，这些是依据他的任期、职级、地区以及他的相关的人数，所以说这个部分恳请各位委员给予支持免予冻结，谢谢。那怎么会在你们的预算说明里面分支计划的用途科目没有说清楚，没有一致性？因为这个部分是涉及到预算编制的部分，是由外交部统筹来办理，那我们相关的细目都有送到外交部，那这个呈现上跟前面有几个机关一样看不清楚嘛，哈，是，所以这样子你们就冻结说明清楚好不好？包围，我们有细目都有送到外交部了。那因为这个是外交部，
我们是不是因为信物我也带来，是不是可以现在呈给委员看一下？ 好，那你就先拿过来。主席，我可以问一下。好，请罗委员。你该那个副主席，刚才你讲是九人还是十八人？哎，对不起，是人次啦，人头是十八，但是事实上只能动九个人，因为一来一去，啊、内外互调。是啊，你们说明上面写十八人次。对对。是九，你们说明是写十八，应该讲十八人次。对呀、啊，九人呐、啊，十八人次。嗯，九个点呐、啊，应该这样说。所以你们只有穿装费就而已吧，其他没有什么业务费用。也没有，就是装会哈，装会啊，对，就是穿装会，装会机票、搬迁费。为什么？为什么侨委会的钱会编在这边？因为你们算是，为什么不直接编在侨委会？我不太懂。像在其他单位，你们这个就是等于是就是有轮调的，很清楚的一个外派的单位啊。是。所以。一直都编在这边，你们穿装费好像一百零一年以后，一五年之后才编在这边。现在各单位都统筹哈，都汇过来由外交部来编制。好，这里又没有业务会了。就是你们交给外交部的时候，那些细目啊没有呈现出来，所以我们都看不到。抱歉，抱歉。所以这个提案是江委员的啦。姜委员，他把那个细目给你看一下，不是我的科目不一样，哎、啊，好，李委员，没有，主席，我是觉得说我们各位委员其实疑虑的部分的地方是，为什么侨委会在这个预算编列的时候是由我们这个外交部来做一个统筹办理？我希望说这个就是希望侨委会或者说外交部来做一个说明，这样子。来，李副，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主计长来帮忙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外交部的底下？现在就是说，驻外都编在那里。驻外现在都是为了让经费执行的更有效率，啊，然后所以，就是说院里头有一个政策，就是说经费统筹编在外交部，啊，来针对这一个经费的动支有一个比较，我们谈到了有一个内控，现在。如果驻外的像这些各部会的这些驻外单位，他们的凭证核销，他还需要透过每个领馆的代表啦或馆长啦等等盖章以后，所以这样子会比较在经费的用途的符合规定的方面会比较能够掌控得到啊，所以在执行效率上。是会比较能够达到的、嗯、所以你认为说因为要管控所以在编到、外交部底下，但是这是侨委会在使用这笔钱、啊、好，那我们先请提案委员来。江委员，我这边其实有几个案都是针对各单位编在外交部底下的这些驻外机构的业务的相关费用、啊、当然外交部他行政院请外交部统一编列啊，或许是为了统一统筹啦，啊，好管理啊。那但是，不管你编在哪个单位啦，就是你们的预算编列是不是应该都是统一，然后统一清楚的，啊，而不是说，有一些单位就写的比较清楚，那有一些单位就好像就是带过啊。你说举例来讲，像。D33、D37，我这边所提的，或者D38，哈，就是你会发觉，就是有一些单位他写的相对清楚，但有一些单位就写的不清不楚，可能就是用一个科目带过这样子，啊，这个是我提出来的一些理由啦，一些理由啦，比如说有一些他可能是有穿装费、有搬迁费这些等等，啊。但是可能没有在里面统一写清楚啊，像侨委会这个部分，啊，侨委会这部分基本上，就没有很清楚的去续名嘛，啊，那有一些单位就有，啊，你们送了外交部有，外交部没把你们列出来，啊，所以。来，请你拿麦克风说明好不好？所以是外交部害你们的。来，外交部的，是这样吗？我跟你拿麦克风说明。江委员补充报告一下，不，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外交部编制的预算书，他有拿出一张明细，因为外交部的时候在预算的点没有呈现出来，所以他拿出一个明细表出来。侨委会主机室补充报告。其实哈，因为各部会的，
我们驻外单位钱都是编在外交部，不管是侨委会还是其他单位。那因为从105、106开始，一些办公费都已经统筹，都已经移到外交部驻外行领去编，所以剩下各单位的都只剩下内外互调经费。那我们编出去以后，因为外交部他可能要汇编各单位，东西比较多，所以他会把大家语法一致，然后就语简化这样。以前都这样编吗？是，大概都是这样。去年也差不多，就是所有的单位都这样，全部统筹到外交部一下。什么时候开始的？105还是有编，可是钱已经统筹用，然后106整个都已经预算已经切过去了，只剩下内外互调。啊，为什么要变成这样？这个是规定哎，政策，对。主计规定的吗？主计处张文林补充报告一下，就是行政院他在89年的时候有核定一个各机关驻外机构会计事务处理要点，那他上面说除了一般行政机关除了军情单位以外，那所有在驻外管处的一般性或具共同性的费用，由外交部同意来汇合编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各机关。派驻在外的，不管是人事费也好，或业务费也好，或设备费也好，都统一由外交部来汇编。那从105年度开始，驻外管处全面实施经费统筹，那所以他们这些机关的业务费，它的表达就会在我们的分支01驻外实领单位向下。那剩下他们各机关自己的，包含内外互调或反国数值，它就会分别在各个机关，比如说侨务单位或者是观光单位的那个分支向下去做表达。所以去年的预算并没有，我是讲预算书啦哈，并还没有成。但实际上你们已经这样做了嘛？对，因为去年105年度，那今年是第一次你们在预算书上面整个呈现出来统筹的状态嘛？是不是这样？应该这么说，因为去年105年开始统筹的时候，因为105的预算书是104年就编的，对，所以它的表达方式会跟今年不太一样。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我觉得你们应该要统一啦。是，你接下来比如说外交部你统筹，你请各单位报给你的。哪些费用这些细项你应该统一啦，因为你既然要统筹了嘛，你到外管区要统筹嘛，那你在预算书上面你所有的这些呈现的科目方式全部应该要统一，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给我们的预算书，你的表达方式也应该要统一啦，而不是说有一些单位他你有把它列得比较清楚，有一些单位他可能没有列得清楚，然后送给你的单位认为说我有送给你的，但是你外交部没有把它写在上面。好了，那江委，反正也不是他们这技术问题了哈，就是说请他们改进。但是我还是要厘清一下哈，现在有些单位有编水电啊、通讯啊什么大陆，有些没有嘛，是不是只要合署办公的就不编？那为什么有些有编，有些没编？不好意思，不是，这跟合不合署办公没有关系，现在是指经费统筹。那包含像教育，像经济部，他没有统筹的单位是象牙海岸，因为外交部在象牙海岸，对啊，他没有单独的单位、啊。然后教育部的部分有两个，只有一个是香港、啊。对，香港部分他没有在你们办公室里面。不是，他是没有经费统筹，因为香港对我们来说主政单位应该是陆委会，对，所以没有经费统筹。那观光的部分话有两个单位，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那因为他们在那边当地是用公司设立的方式，所以他的账务处理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我们代表处来处理，所以他必须要单独来列，是没有经费统筹。那最后一个应该是文化部也在香港，同样有一个设点。对，所以那钱编在你们这边，对，因为他是那到时候付是你们去付，对，因为他是没有经费，他没有经费统筹，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单独分别来表达。好，各位委员，他说明清楚吗？如果不清楚，要请他做一些书面报告。好，我们就委员还是不清楚吗？好，江委员。好，那37案就撤案。请宣读38案。驻外科技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说明与分支计划及用途别科目无法一致，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科技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以上宣读，请说明。主席、各位委员，科技部针对这个案子哦，做一些说明。这个也是刚刚那个前面的侨委会或者是观光局这边是很类似的，
科技部这边它的编列这些预算也都是一样放在那个科技由外交部这边来统筹编列哈、哦。那这边编列了657万，其中有570几万哈、哦，它是主要也是用在那个护调的人员有12人次，那另外的80几万大概是用在反国数职有4个人次。我们的说明的部分应该还算蛮清楚的，只是说在那个数字上跟那个预算金额的那个说明的那个科目的那个有一点出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在表达上就是说以穿装费为主，然后剩下的费用大概有80几万，它是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反国数职4个人次，然后本人跟配偶机票款还有上诉费等费用这样子。那这个等的这部分大概就是包括一般事务费这样子。那一般事务费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因为它是统筹经费，所以就用简单的一个一般事务费来加以涵盖这样。以上报告，那请委员能够支持，就像刚刚这样子，那个侨委那部分一样，就是说这部分都是真的是根据实际的情况一个核实编列哦，希望能够对于这个冻结100万能够予以这个希望不要再冻结这样。以上报告。好，请江委员。为什么会有国内旅费？国内旅费的部分是因为数职人员他们回来以后，有时候还要到那个科学园区啊，或者都要去做一些访问，然后要写一些数职的报告，然后他们要知道说科学园区的那些情形，所以常常会有这个情形发生这样。那这部分的话是在用那个国内的人员出差里报资要点，然后去报这个国内旅费，这个部分的经费大概是一万八千多块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编在整个也编在驻外机构里面就对了。对，这个部分是吧？对，反国数职的部分。好，这个就我不坚持了。不坚持，那是撤案吗？好，38案撤案。请宣读39到41。第39，驻外机构业务向下驻外文化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说明与分支计划及用途别科目无法一致，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文化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300万元，冻结3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解冻，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第40，外交部预算编列驻外文化中心，却未说明亚洲地区一个单位为亚洲地区之何处何国之单位。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文化中心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364000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陈廷飞、罗志镇、吕孙林、林长佐。第41，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逐年增加。预算编列时有必要本于准结原则核实估列，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文化中心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18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以上宣读，请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是文化部文化交流司检任视察赖梅玲，先来首先跟各位委员报告提案39、40、41。首先说明哦，这三个提案主要都是3644万4000元哦，它的预算总共有分三个部分哦，一个是我们驻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它办公室的租金及基本行政维持费哦，是2895万7000元哦。其次第二项它是我们整个文化部驻外人员哦，106年返国述职的费用哦，是828000元，这就跟经济部、观光局、教育部一样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费用。再来第三个是整个文化部哦，106年内外互调的经费哦，10个人次哦，是665万9000元。那首先哦，我要针对徐委员跟江委员的提案哦，还有刘世芳刘委员的提案，特别说。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哦，它是我们政府目前在大陆港澳地区唯一的一个文化中心，它其实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传播台湾文化跟嫁接台湾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的责任。106年的经费编列，其实已经依行政院的指示减列了10%，那这个10%有关于房屋租金的部分，其实是
不能动很困难的，所以这一笔预算已经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至于反国述职的部分哦，委员有垂询到说这个预算科目跟说明不清楚。其实就预算科目来讲，反国的述职它拆成主计处规定的两个科目，一个是国外回来的国外旅费，一个是反国述职在教育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差旅费跟散杂费，是属于国外的费用。那因为驻外人员他常年住在国外，尤其是主管人员哦，他真的需要被调训回来了解国内的状况、国内的现况、国内的政策，他才能够在辖区哦好好的衔接国内的业务跟国际的业务哦。这笔费用都是按照规定在编，也是按照主计会核实的来审核，最后审计部也会来查核哦，绝对不会有不清楚的问题哦。那文字说明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很抱歉，我们希望明年预算编列的时候跟外交部可以再来斟酌。同样的，内外互调的经费也是，这纯粹是要落实政府驻外人员任期届满应该要内外互调的一个制度哦。那明年编列是十个人次，经费也是按照规定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拮据。那么推动文化外交是目前当府政府非常重要的政策，文化部的预算并不多，尤其是驻外的预算，也秉照准决的原则，先减列了10%。所以呢，恳请三位提案的委员哦，可以大力的支持，同予照列，不要冻结，也不要减列，谢谢。好，先请李委员。我对于那个所谓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包括人事费这些，其实都没有太大意见了哈。但是呢，比较重要就是说，驻外文化中心有讲出来是在香港哈。是，那这样子，它的文化中心里面的业务内容，你如果扣掉你刚讲的哈，2895的以外呢，其实还有将近700万或者是600万左右的这个业务经费。嗯，那这个文化中心的业务经费是指什么？我们对业务比较在乎啦。委员，其他，等一下，你听我讲完。好，其他的这些什么必要的什么出差费用什么的，其实委员没有要砍了，因为这个一定有一个规矩嘛，没有说要砍的这个部分，也不会有浪费的嫌疑。现在我要知道的就是说，你的业务到底是指什么业务，要说清楚。好，那个委员应该是业务单位，我不希望是由原来的秘书单位来帮我讲说人事费多少钱啊，飞机票钱多少钱，出差费用多少钱，这些都是有既定的啊，主计的那个规范或监督都逃不掉。我现在知道是这个部分，好吗？好，可不可以再请业务单位帮我们说明一下？可以，文化部接续说明，因为编列在外交部的部分是基本的行政维持费，所以它这里没有办法呈现出业务。我就是要知道呈现出的业务是什么。现在我来跟委员你报告，就是说整个光华新闻文化中心哦，它的业务的话，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哦，像比如说它会办理一个台湾月，再来一个会结合驻地的资源哦，来推动台湾的文化资产文创产业，它会到澳门去加强澳门的交流。好，到香港跟澳门我都可以接受。那台湾月是指什么东西？我跟委员说，台湾月的话，像以目前为止哦，它从10月4号。到12月4号，他会办理38天60场的活动哦。今年的主轴，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属于这种例行性的，几月几号办什么事。你要的台湾月里面的主要的这些内容，是找我们台湾的这些比较在地性的文化团体到香港跟澳门哈、来做活动。是，那是会指哪一些？现在有没有一个计划？有，委员已经，我有一个活动手册、麻烦你稍微简述一下。这里叫做台湾在设计啊，台湾在设计哦。今年会特别结合，因为是产业，它会结合了台湾的米食、台湾的农产啊，然后带到了香港的社会。它跟这跟观光局要去推广的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它更精致一点点，但是它有结合部会的资源哦。好，我觉得还蛮好的哈。米食的文化，OK。那因为我这边有提到说你的案由是指亚洲地区嘛哈，是，并没有讲清楚。那你现在讲清楚的话，我就没有意见哈。包括简介的部分，我全部就撤回。谢谢委员支持，谢谢谢谢。这个台湾在设计您留着，谢谢。好，谢谢。好，请徐委员。刘委员这么好哦，你都简介30几万都不要了，可以请问一下我们住香港的行政费多少吗？住香港的行政费。我回去看我的预算表，不好意思，因为这里只是一个基本行政的维持费用哦，是维持最低的。好，你有了再跟我讲没关系的。好，我是觉得啦，那个
我们 江委员，你简列300万的都还没讲话呢，哈。是。我的是，你那个尾数啊，哎，年度预算的尾数啊，那个事太多，我是觉得不好了。但是啊，哈，我们留个事事如意啊，哈，留两个事没比较好的，所以说我建议简列40万了。简列40万。简列40万，就后面还有事事如意的两个事事在那边的，不要三个事的。委员在就这个，我了解，我也非常感谢。可是因为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减10%，我们在房租的租金上面已经很困难了。然后像这个该要付的基本行政维持费哦，不太能够，就是很难再减了。所以我不是要跟委员计较这个钱，是它是基本行政维持费，而且在行政院的时候就减10%。好了，了解了。刚才徐委员是开玩笑的啦，是他实际上的意思是说要留给我来砍呐。是。不、哦，我这边是真的有一些问题，我要请教。是是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的3644万4000元里面当中哈、哦，嗯。我这边有拿到你们的一些细项，是，还有你的说明，但是你的细项跟说明有一些我斗不起来，是啊，水电费、油资费、电信费这没有问题，是啊，穿装费这些也没有问题，是啊，但是我现在唯一有两个问题要提出来，一个就是临时人员跟案件计酬，嗯，这个哈、啊，嗯，这个。你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吗？临时人，你的案件计酬金啊，编22万7，嗯，但是你的说明里面写临时人员酬金22万7，是这样吗？所以案件计酬就是临时人员，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科目，委员，因为我们在那可是你的。你这里面数字是一样的、欸、委员，我跟您说一下哦，嗯、因为这个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哦，大概香港他会用业务费哦，他会处理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是他在跟做基本行政维持的时候，跟当地的也许是厂商啊、哦，他会去用到这样的一个钱，这是预算科目。所以到底有没有案件计酬这件事？有。有，然后你的案件计酬是拿来聘临时人员，不 是这样吗？案件计酬的话，可能是他要办活动，他要开会，不对啊，可是临时的。那你的说明栏里面明明没有案件计酬的说明，只有临时人员计酬的说明啊，而且数字是一样的，都是22万7啊。这个我想我会再来请教一下那个你们都搞不清楚外交部，不是、啊、因为又是外交部的。这是外交部帮我们处理的，对，我们明年会更注意，所以是外交部统筹，他帮我们统筹的。你们同意用临时人员酬金？这个跟整体刚刚昨天到现在为止、啊、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来检讨这一个、表达。那为什么你们在编的时候你们不去问清楚？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分支计划的说明、嗯，如果你要以一个整个计划来表达的话。列那个计划的总数，那委员现在看到的是用途别，你好像对不上。对啊，对不上啊。那你的说明跟你的计划科目是对不上的，除了一般行政里头有那个用途的跟用途的，你才对得上。那你其他的业务面的这一些是按计划来，因为我们审查预算本来就是要对得上、啊。所以昨天有做一个决议，就是说，明年要把细项。送委员会，这样子才能够两个不是不是，这个其实他已经有细项了，对，他的说明就已经是细项。我现在只是说、说明跟你的分支的这个编列的分支项目是对不上的，对对，现在、啊、但是数字是一样的，可是那个说明跟科目别是对不上的哈、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一般事务费啊，编了199万4000元。在说明里面也没有啊，嗯，对不对？你那个一般事务费是跟你所有的穿装费混在一起，总共是975万，嗯，还是说那一般事务费你要用去哪里？这些因为我在那边加总的老半天，这些用途别的
用途别的总数哈、哦，是在右边这个说明栏。好了，那你一般事务费用去哪里？太细，他没有写。第五个是物品。可是你物品那边是145.8万嘛？他那个里头物品跟什么用途别，他有在拆的。哎，物品跟什么？推动对外文化，对啊，那个才145.8万，可是你这边199.4万啊。然后还有包含内会调里面的装费，也是属于一般事务费。装费？对。内外户调里面的装费，对，是的，内外户调里面的装费，但是问题是你这边内外户调里面穿装费总共是665万嘛？委员，我给您报，对不对？我昨天我们花了，就是说我们有细目啦，但是这个叙述上面可能就是在就是开始统筹的时候哦，就明年我们会。请外交部就是我们在斟酌这样子，但是委员，我想跟你说，这些钱，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今年可能第一次统筹，外交部在统筹各部会的时候哦。啊，你那一般事务费是斗不起来了。一般事务费的话，哈，是199.4万，其中一般事务费是126.4万，属于内外户调人员穿装费的装费是73万，装费73，对对对，装费是73，所以73万加126.4万是199.4万，但是它落这个是在预算科目别，它分属两个字化，但是在说明的时候呢，哦，就。在第五项里面啦，就是145.8万是194.4万加126.4万，对不起，他这个有三级科目别，他在那个呈现上面他没有把三级科目别给呈现出来，所以感觉上有点混乱。但是委员，这钱预算都是按照主计的规定，也是会按照主计的审核，审计部也会再来查核，那绝对都是核实。委员，我想说我们这次没有处理好的部分，我们各个部会都会跟外交部这边明年再来精进，那请委员就是还是要支持我们的业务跟拓展。那个赵伟哈，因为今年哈，虽然这是民国89年主计总处开始要求会计编列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其实不坏，就是说我们驻外单位把这些费用统筹编在这个外交部这边，也便于管理哈。那事实上对外交部是增加负担了，搞不好还会排挤到你们自己各管处的一个预算。但是对驻外人员的管理是好的哈。但你们缺了两样东西，第一个格式的一致性。虽然这个外交部多了其他不管经济、文化、教育的单位的经费在这边，但是外交部毕竟是整个统其层，你应该要一致性的表格。第二个缺什么？缺一致性的说明。你是穿装费，然后呢，何时编列多少人？你这样写的话，其实委员都不会有意见，因为我刚才听到现在，你们这个费用其实都编得蛮紧的哈，大概都连动跟删的空间都没有，就有点像人事费用一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把这两个部分说明清楚，那这既然是会计，而且是便于驻外的管理，那将来要习惯性这样编。所以今年我是支持，但是明年如果还这么乱的话，你们会被打枪哦。好，就是说你们的编列的格式跟说明的内容，可能要要求外交部这边哦，主计处这边统筹一致。那这样整个说明把它变个单项，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清楚，好不好？谢谢委员，就是统一的说明格式啊，这样子比较好看哦。好，好，谢谢，请陈委员。谢谢主席哈。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决议啦哈。虽然说，现在外交部在做统筹，那可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统筹，一些资料或是一些我们的这个细目没有办法兜得起来哈，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决定说，今年我们就暂时，因为刚刚我们承办人员在报告各单位在报告的时候，其实确实都很详细的把每一个细项都讲得很清楚，只是我们在文字里面看得很模糊，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决定，如果明年编列还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全部把它冻结掉。
好，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否则我看他们讲的真的是，大家对于每一笔钱已经被删成，在行政院就已经被删过一次了，我们这边再删一次的话，可能他们就没有钱可以用了。好，所以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议。是，好，那提案委员，说明都有要补充的吗？啊，那个，我这边是没有提三啦，有啊，有提啦哈。委员，你39案，39案嘛哈。伤筋断骨。那个，你们没有负责任把它写清楚，这不能怪我们。对不起，委员，因为这个提案我是昨天到现场才看到的，不然我一定会亲自跟我们市长一定会跟您说。这样就是你的错，你怎么现场才看到的？因为事先就是没有给我们。那所以是你是外交部没有给你的啦，还是文化部的错？就是很抱歉，你要主动哎。有，我们前一天有拿到徐委员、徐志荣委员，但是另外两案我们到现场来才看到。好，你不要再讲，你越讲我们会砍越多。好。那个刚才廷飞委员讲的，那我同意的啊。那基本上就是说，你们虽然是今年第一年统筹这样来编。对了，今年开始统筹，明年是这样编嘛，但是你们本来行政部门，你们就应该去沟通好，用什么方式来呈现，而不是让我们，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了解这些东西，你们是一堆人，我们是一个人，对不对？你们一堆人编这一本出来，我们一个人要读这一本，然后我们还把它抓出来，那你就知道我们投入多少时间，就投入到后来。是你们来全部从头到尾讲了一次之后，哇，我们了解了，那不是觉得这很没有效率吗？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来讲，我们就足以把你的预算都删掉了，可是基于让你业务可以运作，我们是不会删，我们是理性上不会删。可是你必须要答应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部分，你明年不能再用。对啊，那三四千那个徐委员，我尊重他了。所以我们再来强调一次，这个部分虽然昨天我们是针对一些细项而做出一些决议，比如说刚才讲什么案件计酬啦，跟你的这个临时人员计酬这些，但是针对整个大的部分，你们既然要统筹驻外单位的所有的这些经费的编列，那你就应该发展出一套格式出来，让他们可以去填。好不好？这个应该要有一个决议，是说以后他驻外单位，我们其他部门驻外单位的这些钱统筹到外交部的时候，他们的格式应该要一样了，内容应该要尽可能的统一，除非有特别的预算。是，好，好，那您建议的部分案子是删来是？这我就不坚持，但是徐委员那部分他，对，4400，我尊重他，4400。那个4000元，是好是。他觉得四不好，我都加6块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请外交部委员刚刚所建议的，就是你们很多的细部的说明不够清楚，让我们感觉到有你们的科目有错字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希望你们以后的说明有统。筹的一个标准的格式，好，把细部要呈现出来，因为我们委员是非常认真花时间去看你的预算书，好，所以你若事先把这个说明清楚，我们今天就不用再你们一一的再说明了，好吗？好。39到41案，我们减4000元。谢谢徐委员。42案，请宣读。第42案，驻外原子能科学发展工作所需费用，工作内容说明未臻详尽，原针对第3目项下驻外原子能科学发展业务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3，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王定宇、陈廷飞、林长佐、罗志镇、蔡诗印，以上宣读，请说明。有关第42案原能会让之说明，那这笔驻外原子能科学发展业务的相关费用是由原能会编列，由外交部统筹。那这笔费用主要是用在驻外原能单位明年度要办理内外互调2人次所需的费用，其中一般事务费136000是用于装费，国外旅费791000是用于相关家眷的
调动所需要的旅费。那这些费用都是依调派人员的职级、地区，还有成员人数，依相关村庄费的自己要点核实编列。那总计需要927000，那希望委员给予支持不要冻结这笔预算。以上。好，请李委员。好，那个你是哪个单位的？原能会。原能会。好，那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这是用于驻外原子能科学发展工作所需的费用，那我们是住在哪个国家呢？美国华府。美国华府，对，除了美国华府之外，还有别的地方吗？法国巴黎，还有奥地利的维也纳。原能会，那你们是有参与什么国际组织吗？住在那里的单位人员，在法国巴黎那边是有参加 OECD NEA 那边的工作，那在维也纳那边的，它对口主要就是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嗯，还有呢？那华府那边的话，主要的对口就是美国的国务院，然后核管会、能源部等一些联邦的机关。嗯嗯，所以一个单位、一个国家，驻外人员有多少？每一个地方都一个。每个地方都一个。对，总共三个。所以我们现在驻外的人员有三位，是三个地方。对，好，那这个冻结的部分我不坚持，但是我希望说我们原能会能够把这些相关的资料详细的提供给我们。是他们工作内容还是？工作内容、地点还有人员。OK， 好吗 ？OK， 好，请李委员。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没有提案，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们那个原能会住在华府的代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他主要是跟我们跟美国有一些核能相关的一些合作在推动。那怎么会在华府？华府怎么会有核能的东西？它是美国的核管会，还有能源部等等都是在。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行政联系而已吗？也不是只有行政联系。行政的联系而已。不只有行政的联系，它有时候华府那边有一些国际的会议也会在那边召开。那我们的驻外人员那个层级是多高？我们现在派驻在华府的层级有多高？是副组长。啊，副组长，副组长，这是几职等啊？大概是11。这到底做什么事啊？是原能会的。OK， 他主要就是跟国防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这个位没太低的，那为什么不全部把它移到类似跟国科会这个相关就好了？为什么放在原能会？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的驻外人员他是挂在科技组编，他编制在科技组里面。当然了、啊，对。但是预算是放在原能会，是因为如果你预算放在原能会的话，你一定是以原能的科学发展为主，其他的科技就不在内，对不对？不在内嘛。对，主要是这样子好不好？我是建议这样子的哈。那个因为提案委员当然是吕孙玲，他要那个撤，你要撤案嘛是吧？没有没有，你要撤案是吧？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小动一下，然后你提供详细的书面报告给我们。建议是这样子哈，对，有一些附带决议的部分，就是说到底在驻外的华府到底是处理什么事项哈。第一个，我们大概不可能去发展类似像跟国防相关的部分，但是呢，你又有原子能的科学发展，原子能科学发展其实不在于是行政维持，也不在于是行政联络，应该是属于 R&D 方面。那 R&D 方面的话，华府并不是重镇，好，所以放在这个华府那边，到底是为什么放在那里？会不会就是其实没什么事做？我坦白讲，因为有些联系性的工作，现在电脑那么发达，电讯、视讯那么发达，所以这个他到底做什么事项，他的那个整体的那个工作报告是不是放在附带决议送给委员会一份参考，好吗？所有的、哦、不是只有在华府的部分，你们刚刚有提到有三个工作嘛，三个人嘛，好吗？好，那个吕委员可以这样吗？好，那42案你就冻结，提出书面报告，先我们这边先吕委员这边先冻结30万。30万，冻结30万。好，你做书面报告，同意后死的动资。好 ，OK， 好不好？好。那吕委员，我这个再加进去好吗？42案，我们刘世邦委员共提。谢谢。请宣读43案。驻外金融单位工作所需费用工作内容说明未臻详尽，原针对第三目
驻外金融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四分之一，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林长佐、罗志正、蔡世应，以上宣读，请说明。是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那我是金管会国际业务处长赖明贤，在这边报告。那有关这笔第43案这部分呢，相关的一个预算费用呢，是全数用来办理我们这个106年度这驻外单位呢内外互调的四人次所需的相关费用，那会按照相关的一个级职还有成员的人数呢，按照相关的规定核实给付。那这边左边这个细项部分呢，包括两笔费用，就是一般事务费是指的穿装费，那国际旅费的话就是机票费相关这个费用。那这边的说明栏里面写得非常清楚，那希望委员能够支持我们政府呢办理驻外人员内外轮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作。那建请委员呢可以免予冻结本案，以上。请李委员。我的问题其实跟刚刚的原子能科学这个案子是一样的，你们这个驻外金融单位是住在哪边？是报告委员，那目前金管会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还有伦敦两个地方，谢谢。问一下你们多久轮调一次？目前就是一任原则上是三年，对。所以这一次就编下年度，然后下到三年后才会再有这个轮调嘛，对不对？还是有交叉？对，都有交叉的，对，没。所以总共几个驻外？目前是每个单位是2到3个人，对。所以纽约有，伦敦有，就是2到3。对对。请刘委员，我来询问一下哈。是。既然是驻外金融单位，是金管会嘛，还是财政部？金管会。那个在那边的层级是多高？目前在那纽约的话是11职等的检任。对，检任。那他不是新到任的嘛，哈？目前这位是新到任，对。那多新？这9月的时候，9月才去啊。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轮调。是把它换下来吗？是因为我们在处理赵丰金的时候，那个陪同，等你听我讲。报告员不是，应该是他刚好提到了。对不起，我在很严肃在问你这个问题。你既然是驻外的金融单位，那台湾发生像赵丰金这样子被那个美国的 DFS 造成那么大的困扰，那个台湾的金融圈震动很大的时候，请问一下，我们驻外单位的人在那边做什么事？是我们都有跟他们维持密切的那个联系。谁？他们是指谁？就是那个他们州政府。那我们的检察官不是有到纽约那边去吗？是。那我们的金融单位的这些工作人员或是我们的公务员做了什么事？我们够提供他必要的一个协助，对。你这废话吧，他当然是提供必要的协助。在这之前，我们自己的检调或是金融单位的人要过去看一下我们赵丰金在纽约分行甚至是巴拿马分行那边发生事情。我知道报纸有写出来嘛，但是你联络事项，所以我们这个检任的工作人到那边去只是负责联络，打电话联络谁，联络纽约分行的人，联络我们那个当时的人，或是联络那个纽约州政府，是不是他的 DFS？ 对对对对，是不是有包括我们联邦？对，联邦法院的人也负责联络，还帮忙做翻译的工作，还是做什么事？那个你可不可以把详细的这个情形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已经造成国内相当大的震荡，都已经报纸每天写了非常久以后，那边才有动作。那个时差没有那么大，时差只有12小时，结果我们拖了1-2个月。是。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检任的工作人员在这之前做了什么事，不管他现任是谁，好，他应该做的工作是什么？而且这个不是只有今年才编嘛？是。好，我们那个金融的这个金管会的这个同仁在那边多久了？有金管会派驻在纽约的相关地方的话，是多久的时间了？这个总蛮久了吧，我们初设立的时候就有了，对，就有了嘛，对对对，就表示说对于纽约的金融圈应该还熟悉嘛。是是。那但是到目前为止，那我们就是3年1任，对，3年1任，我们觉得说联系不够多，然后那个敏感度不够，对于台湾的震荡这么大，没有处理得很好，我建议要给我们一份完整的报告，是就是针对台湾发生赵丰金这个违反 DFS， 然后被罚款那么多。的那个状况，我们的金融管理委员会跟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做什么事？好，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是继续维持冻结。好，请王委员。
基本上你们这个预算编列跟前面几个单位一样啦，大概就是会计科目，然后把它放在这边，所以我对预算本身没有大意见。不过你既然来这边备询，话不可以乱讲。检察官有到纽约，然后你们有协助啊？有吗？我这个详细的细节我不是很不是很清楚，就乱糊弄一通。对 对，你在这边你在那边答询，可以这样乱讲啊。这个东西你一答出来是有事情的，不是没事情。美国跟巴拿马拒绝具有这种法这个司法主权的代表的检察官去执行业务，你怎么说我们检察官有到那里？所以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嘛。那我再问你，你们现在纽约跟伦敦各派一个，那算不知道是国家不幸还是你们运气好，第一银行。ATM 东欧跟俄罗斯集团发动攻击的发起点就是伦敦，从伦敦那边把木马城市种回来的，然后兆丰金控是在纽约。请问你们这两个派驻的副组长级的，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回报什么资料？有还是没有？我们每周的话都有请他们，就是驻地有相关的。那你每周的话，我如果要看你每周报告，你每周都每一个礼拜都要有这个东西吗？有都相关的，就是有关相关如果在我们这个国内有设立的那个国外分行的，在那边有发现重大的一个金融事情，那个我看报纸就知道，我也不用看你每周报告。事前，因为像兆丰金控已经发展了将近两年半的事情了，你们驻点的人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你们金管会本身有没有都要进行处分？因为 DFS 已经2013开始检查，他每年都有检查，至少两三份报告，所以你们派驻那里的人到底是做简报、收集资料，还是有赋予什么样实际的功能？我看不到啊。好、哦，所以本席这边对你，因为这是会计编列的部分，而且是部内这样这个国外驻点的人的调动，我对预算没有意见。是，但是你如果刚才这个刘世芳委员要求你写来报告的话，照实写。不要写一大堆没有用的形容词，因为那个真的叫废话，没有意义。你在纽约这个人，我现在要你们报告里面要多一个问题，就是北检已经发函给他们，发函给 FBI 跟美国的这个 NYDFS， 要求提供相关的海外这个资金流动的资料，到目前为止没有回讯。请问贵单位派驻人员就这个事情提供什么样的协助？你要涵盖这一点。是，我们会再去了解。不是在了解是你的报告，我要看到这一点哦。是不是就是我们办事处的分文是分到那个金融组？好，所以来这边不是哈拉哈拉乱讲了。你这样刚才那乱回答会出事情。是，谢谢。好，谢谢请蔡委员。不好意思，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哈，你住纽约是几个人啊？目前两个，那我们目前还要再增派一个人，所以你们三个。对。伦敦呢？伦敦目前是两个。目前伦敦是两个。对。那刚才我们刚刚刘委员跟委员问的就是说你们在那边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说每一次美国政府去我们台湾的相关海外分行去检查的时候，你们对于他的检查内容有没有了解状况，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后来他的相关的罚款什么兆丰分行的纽约分行都有收到通知，那我们派驻那边的人有没有也因此收到相关的资讯呢？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啊，我们的这个金管会主委是说他今年怎么八月还九月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之前都不知道啊。那兆丰金至少隐藏了这个事情两三年以上的时间呢、啊。那我们派驻到海外的人，尤其派驻到纽约的人，如果也完全因为主委不知道，表示你们的人没有回报啊。那我常常在很奇怪说，你每个礼拜。你的国内情资的回报，你回报到国内的回报什么东西？还是我们当地人每天就吃喝玩乐而已？这个非常严重啊！这件事情发生到目前为止，我不晓得你们之前派驻在纽约的人有没有被惩处或是怎么样，还是有没有被检讨过？有没有？你也不知道。我们请他们加强，就是说跟驻你还加强，不用加强了啊！对，你们罚那么多钱了，那个罚的钱够你们派多少人出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几个我本来不知道你们也有派人到纽约去哈，这个没派还好，派的更听到更火大。如果政府的预算给你们这种花法的话，你们就当成是游乐团一样啊，轮流出去玩啊，对不对？你们的人员觉得反正去也不会有事情，就全面检检报，当地华尔街或美国央行发表什么新闻，就给他检报贴一贴拿回来台湾，你们就在做这件事情而已啊，不然你还做什么事情？包委员，我们就
会跟那驻地的相关的这个监理机关呢加强的沟通。有吗？你如果有讲，你如果讲说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美国当地的监理机关对于兆丰银行在做相关监控的时候，你们不就会知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你们如果知道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主委会说八九月才说，他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不然就是你们的人在海外跟兆丰金合谋诈骗国内的你们的主管，那这样就更严重喽，这样就更严重喽。那个调回来的人现在在哪里啊？你说调九月才回来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同仁是七月份，好像七月份。那我问你嘛，九月被调回来那个现在在哪里啊？七月份他调回来，但九月份去那边。好，那调回来，七月份调回来那个，这前一任的人现在在哪里？他是政企局派去的，对。证券局派去的，对对。啊，回来之后嘞，在证券期货局。然后嘞，在那边做什么？现在是副组长嘛。啊，所以都没事嘛，弄盖一波关黑嘛。所以我才说你们金检会就是把人派去当成游乐园一样啊。我拜托，我请问一下，所以这个真的要冻结，真的要冻结。真的要冻结。陈委员，陈委员，再请王委员。他是什么职责？因为这边没有他的名单呢。好，先请陈委员。我觉得这个确实要讲清楚说明白到底我们金检局这边到底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兆丰金这个事件，从头到尾你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时候你们有接到这个讯息。报告委员，那这个案子是因为是我们银行局在处理，是不是我们在安排那个时间在跟委员报告？所以你们现在你的部分你完全都不知道这些细项，应该是这么说嘛，所以我们在这边问你，你完全都不知道，所以你要说这是细节部分，我没办法就说。对，但是我讲的这个是什么时间点，你们有接到兆丰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很大项啊，这不是细项哦，这是很大项啊，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你有就这个讯息，所以你们也没有这个讯息。目前你手上也没有这个讯息，但是数学没有这个资料，所以在这边为了求精确，我就说，是不是融会后再跟委员报告？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哦，就是说你们派驻到那里，你们没有办法掌控讯息，然后回报回来连这么大项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知道，你也没有办法很精确去掌控，所以。这是很危险的，难怪这整个事情会爆发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八月份、七月份、八月份知道的时候，那到底我们驻外单位回报回来的时间点是什么？那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认为说，这个确实真的，这个预算哦，先把它动起来，先冻结哈，好，先冻起来。我先请罗委员。其实几个委员关心议题是一样哈，如果钱花得很值得。我们宁可多给，但是问题就出现，就是说到底这些派驻在外面的人他的执掌实际的绩效啊是怎么考核的。那我想外交部也管不了，馆长也不知道他们的业务了，不完全了解他们业务了哈。但是各单位别人说好像你是寄托在驻外管处下化外之地，大家管不着。那我建议就是这个预算哈，其实大家关心就是说到底当时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过去几年在这边担任组长或副组长的金管会的同仁到底有没有负起该负的责任，做了必要通报乃至于第一时间的危机处理。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啊，这预算的部分是要冻结，但是要做专案报告，而且是那一位当时我不管他现在到哪里了，政企局啊不管，那个同仁必须要同时列席报告才能够解冻，否则的话问你也不知道了，坦白讲啊，那个人应该要回来了解一下，他已经在台湾嘛，所以没有问题，而且他任内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块啊我建议就是冻结，然后金额没有意见，但是就是要做专案报告，不是一个书面报告。请王委员。我附议这个罗委员的意见，就是说冻结，然后专案报告之后再动之。不过我要请问一下赖明贤赖处长，是你在国际处多久了？五年嘛，所以这整个事情应该知道。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你刚才说你们每一周不管住在纽约或者住在伦敦的，你们每一周都会把消息汇报回来吗？是，那你们的消息不会只有简报吧？就剪贴报纸的应该不会了，应该还要掌握我们当地，比如说像我们的当地的银行的状况。
你们汇报回来的每周的资料到底写什么？主要是那个就是说重要的金融市场的一个讯息，还有就是说像他们监理机关发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你做国际处这处长这五年，对对对，是赵峰金被这个 DFS 检查了那么多次，你印象中有回报回来过吗？因为有些讯息是直接到银行局里面，不会透过我们国际业务处。他是你国际处的处长，业管的范围啊，他派驻在那里啊。你不是说每周会写个报告回来，那个要经过你吗？那有一些个案的部分，他会直接报告。对啊，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嘛。是，你在这五年的期间内，纽约派驻的这两位，就赵峰金那边被检查的状况，有没有回报回来？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的。是有还是没有？他们有些是直接回报给银行局，对。所以是有，只是没有给你给银行局。这点不是，如果有的话，他们回报给银行局。为什么不给你？因为有些是比较，可能所以你们每周的个案，所以你每周那个每个每周的 report 里面还分成可以看跟隐藏版的。没有，有些是 general 是说一个 report 的部分。对 ，general report， 那 general report 应该是报告重要的事情，不会去报告不重要的事情嘛？那个案的部分，他会分别再去报告。对啊，可是，在 general report 里面，应该 item 也要有啊，不是吗？那更 detail 的部分，他给金融局、银行局什么，我都觉得 OK。但我就说，你那个报告的细项里面，应该会有这个东西啊，有还是没有？我印象中没有这样的个案。那就没有。就个案的部分，他会报给银行局。对，那这么大事情，而且有的当地媒体也有披露的，他都没回报，他们两个在那边干嘛？当然，就是说事后的话，就是说，就是之前的那个案没有，但后来这部分呢，这最近的那些报出来以后，报出来以后他没有，我也有了，那不重要。我在想报出来之前，你们派驻我们国家花了纳税人的钱，把你们派在纽约两个人。我们甚至于驻外人员，我觉得该照汇率给锅给一点知己都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国家的眼睛跟耳朵嘛。你当国家眼睛跟耳朵，结果你知道的比我还少。讲粗鲁点是养你何用啊？所以我在问你说，在那之前至少2013到2015之间，你们的每周的周报里面有没有这些事情？你是不方便讲还是不知道？那主席，我的建议等一下，先请徐委员。徐委员，我大概的意思也跟王委员一样的啊。那既然刚刚有说每个礼拜有那，我是想说，长官，你知道的时间跟我们国人知道的时间是不是一样？你有比我们早知道吗？有关个案的部分，那边要问银行局会比较清楚，对。你刚才是说周报嘛，一个礼拜才联络一次嘛，是吧？平常还没出事的时候，对，那你也没有比我们国人早知道，因为有些他们监理单位哈，他们有时候因为他基于他们国内的相关的法律，还有他们的一个实务的做法，不见得会事先通报给我们的这个驻外人员。所以说王委员讲的说那个人在那边做什么，就是这样，在那边干什么，就这样。他、在那边也没有比我们早知道，我们大家知道的，我们金管局大家一起同样时间知道。那问题事情发生以后，有没有驻外的那个人员有什么处理什么的，有没有？每天还是每个礼拜都有回报回来国内，后续的那个这个沟通的部分呢，我们都有跟他跟相关的监理单位保持密切的一个联系，那相关资讯也会有一个相关的举程，有事才回报了，三天也不一定了，一个礼拜也不一定了，啊，没事一个月也不一定了，这样子了，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啊。密集的程度不是说一定有固定的周期还是怎样的，对，像这个案发生的时候，我们同仁在那边每个周末都有加班在处理一些事情。好好好 OK OK 好，
所以每位委员对你们的业务哦，实在是非常不清楚。你们很多的资讯都是被动知道，没有主动去了解，所以都是后知后觉啊。所以这个必须要排个专案报告，这专案报告必须要组长级以上的回来报告。当时住在那。好，当时这件事情的副组长。谁负责这个业务，谁要回来报告啊？所以在这个第43案，原来吕委员是要冻结四分之一，那各位委员有要共提哈，所以改为冻结二分之一，就是140万。好，我们都一起共提哈，我们本会委员在场的都一起共提啊，徐志荣委员、马文君委员还有我们的陈廷飞委员。刘世芳委员、罗志正委员、王定宇委员，还有蔡思颖委员，都跟还有我吕玉玲，都跟吕顺林委员一起共提43案专案报告，请当时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回来做专案报告。我们冻结二分之一，就是140万在同意之后才能动资。在国内的了，对啊，当时住在那。好，就负责的，如果人不在这边，就要调回来。好，好不好？负责这个案子的人，对，负责这个案子的，我们都要请他回来说明。好，接下来，请宣读44到47案。第44，外交部预算编列，却未说明亚洲地区二个单位为亚洲地区之何处何国单位。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渔业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象征性减列1%，即77000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陈廷飞、罗志正、吕孙林、林长佐。第45，驻外渔业单位处理涉外渔业相关事务等工作，过去工作内容效益说明未臻详尽。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渔业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4，并向立法院本委员会提出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林长佐、罗志正、蔡世印。第46，鉴于预算说明与分支计划及用途别科目无法一致，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渔业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100万元，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第47。上月举行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并无具体结果。原冻结驻外渔业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50万元，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以上宣读。先请说明。渔业署远洋组林秀玲报告。有关第44到第47这个四个案子，都是渔业署预定在106年派驻国外的8名人员的穿装费，跟目前外交部没有涉管的两个地区的费用，总共是769万6000元。那是由渔业署编列，外交部统筹。那有关第44案刘委员垂询的，就是有关亚洲地区两个单位，是指密克罗尼西亚的 Ponape 跟美属萨摩亚的 Pago Pago， 是目前外交部没有涉管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办公室租金、医疗保险费以及相关行政费用，合计167万8000元是放在这里。那另外有601万8000元，这是8名人员的穿装费。那我国在去年10月被欧盟列为打击 IUU 渔业不合作的警告名单。那这个工作是属于新增的计划，是为了要解除欧盟黄牌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那由于历次在跟欧盟会谈的过程当中，欧盟曾经多次提到说，我们的远洋渔船都在国外作业，那渔货也都在国外港口转载或卸鱼，就直接出口，认为我国没有做到实质的管理所以很明确的建议我们要派员到国外港口进行卸鱼跟转载的检查。那另外这8个地方并没有包括日本为了要维持，为了要使这个业务能够顺利推动，所以恳请委员免予删减或冻结，谢谢。好，请李委员。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哈？
那个我们也了解说，我们很多渔船呐、啊，哈，在很多地方，不管是用我国国籍的渔船，或是其他的哈，因为在高雄相当多哈。那如果有发生相关，包括好像是那个叫什么，一个太平洋尾鱼组织是不是？哦 ，WCPFC。要求我们要派观察员或者是一个督察员上船去检查，也是由渔业署来分派。是。那为什么你会找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密克罗尼西亚跟萨摩亚，因为我了解在高雄的这些船东，他们其实靠港或靠船的业务，其实在这个地方不是很多。好、那为什么是选择这两个地方？是说其他的港口是已经有我们非那个渔业署所派的人可以帮忙吗？譬如说外交部，或者是说我们委外的这些国际组织来帮忙吗？跟委员报告啊，密克罗尼西亚啊，现在是外交部没有设管的地方。不是，你不用跟我讲，我外交部有没有设管跟你比较没有关系。我现在是意思就是说，以渔业署你的这个自己工作的属性来讲，选择这两个地方是怎么选出来的？我刚有提了报告，对，我刚有提了，总共这个计划有八个地方。哪八个地方？就是刚刚提到的密克罗尼西亚的布拉贝、美属萨摩亚，还有斐济的苏瓦、马绍的马祖罗、菲律宾的达瓦，泰国。那都集中在太平洋嘛？对，大部分都在太平洋，因为太平洋我们的船数最多。那这些都是他们停泊的港口的部分吗？对，都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个转载跟卸载的港口。那我们现在只有派这两个港口而已，其他六个港口是用什么资金去处理的？没有，现在这个是新增的计划，这个是新增的计划。新增的计划的钱你放在外交部，那原来旧的计划的钱你放在农委会的渔业署？没有，原来没有派人在。这八个地方，原来没有派人。我再清楚那个表达一下，你刚刚说有八个港口吗？对，八个港口。那你在讲亚洲地区两个单位，就是密克罗尼西亚跟萨摩亚吗？那其他六个在哪里？的经费编在哪里？是统一编在外交部，因为外交的哪里？的哪一个地方？为什么没看到？一般来讲。在林毅的分支计划下面，那为什么这样编法？在统筹的那个驻外使领单位那边。不，那为什么不直接写说你就是在这个分支计划驻外渔业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同一目同一分支计划下面就写亚洲八个地区八个单位？为什么要这样分派？这个是要外交部的主计单位跟我讲，还是要渔业署跟我讲？主计处张文林，对，补充说明一下，那个就是因为105年以后，那个驻外管处全面实施经费统筹，所以六个我们有设点的地方，它的经费就会统一编在驻外使领单位。那密克罗尼西亚跟美属萨摩亚这两个地方，外交部没有设点，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业务费就会单独表达在渔业单位。好，那个外交部的那个主计单位的解释我可以接受了哈，是，但是我请那个渔业署再弄清楚一下，说我们派驻的单位在那边的人哈，他的层级是多高，那他可以负责跟好外国的，尤其是要检查我们自己渔船的进出或者渔货量有没有违法的这个部分，他可以自己单独去洽接，还是他只是一个联络人而已？有事情就要赶快请我们渔业署来处理，因为我们通常这个时间呢、的时差非常的大，好，都已经发生事情，甚至有海盗船劫持的部分呢，我们这边都非常晚，因为高雄太多渔船了，我想你也了解。那我们渔业署到底尽到他通报的责任，或者是联系的责任，或者是要求其他非官方组织来帮忙救援，或者当地的驻在国政府可不可以帮忙我们的部分，这里到底做了没有？对，我们现在派人目的是就是除了检查卸鱼转载渔货的检查之外，另外因为我们现在渔船在国外，它跟港口国有一些常常会碰到一些证件上面的问题，或是国际组织因为相关的管理规定越来越复杂，那所以因为渔船常年在外，也需要有在地的人去协助去跟他们做说明，这都是我们要外派的重要工作之一。好，那因为我本来简略的1%的部分是象征性哈，那已经告诉我是密克罗尼西亚跟萨摩亚，那我这一案我就撤。好，但是我是建议说吕孙林委员他的冻结的部分你也是要讲清楚，我是建议还是要冻结，否则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的渔业署跟当地住在国家的相关渔管单位
或者是国际性的这些渔管的组织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的联系工作，而且你派驻的层级相当的高，好吗？这个跟委员说明，这个主要是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只有七职等的技师，并不是很高阶的那个人员。李委员，你简历要改成冻结吗？我四十四案撤，但是那个吕孙玲委员的四十五案，那个他是冻结，我是希望吕孙玲委员是维持他的冻结了。那可能问吕委员。会再来哈，我们先请江委员。跟我之前那几个都差不多，都是那样的问题的。我说我提的那一部分了，那这部分我没有坚持的。你要冻结，我支持啊。好，那要冻结多少？冻结四分之一。来，刘委员，冻结多少？四分之一是1924000。我的冻结案的部分是四分之一，应该是1900000。190啊？对。好啊。是不是可以恳请委员不要冻结？因为这个跟我们要移除欧盟帮牌非常的关键哈。那如果没有这项经费，会影响到我们业务的推动。请留王委员。因为渔业署这个牵涉到我们远洋渔业哈，我们被举了黄牌，如果再举红牌的话，那个对渔民影响很大哈。所以这边是不是跟同事，因为他这个其实是会计编列的方式，我刚才每个原则都一样，今年这个编列的方式格式不一致，内容不清楚，明年一定要改进。但是这个费用大概都是很死的费用哈，所以我建议说，就算要冻结，是不是不要冻结那么多哈？因为他们在外面经营这个业务上，确实是我们这两三年，其实远洋渔业这个其实面对很大的冲击哈，是不是不要冻结太多哈，让他们可以运作啊？你自己提提看，你冻结多少，你们才能动？那就照我的100，冻结100万好了，100可以了哈。没有好，那冻结你还是可以解冻的。你越早报告就解冻，你越早报告就解冻了，好不应用了。所以委员是希望你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好，做详细的报告。好，所以四十四案是撤案，45到47案冻结100万，好100万书面报告同意后死的动支。主席，我建议请委员，就是因为现在这几个外派单位，我们经过一轮之后，知道你们派什么地方。那我相信他们报给你们外交部都有，外交部在编的时候就把它讲明嘛，而且亚洲一个单位，欧洲两个单位就写出来就好了。每次这样写，我们还要拆分。所以这是细部的明细清楚，我们才要一个一个问。浪费你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你们现在跟你们讲的，那你明年的预算编的时候，那个格式都要统一一下，好，一定要把细部的说明说清楚。好，哪些国家业务？工作内容一定要交代清楚，人员啊有多少人员都要交代清楚，好不好？来，刚刚我们有一个决议，来，请宣读一下刚刚的决议。决议：外交部106年度预算驻外机构业务之预算说明与分支计划及用途别科目无法一致，难以勾稽预算编列实际情况，不利监督。外交部应自107年度起，就驻外机构业务预算编列说明体例为一致规定，并清楚列示计划内容，一例审查。以上宣读。对不起，是有点语义了哈，因为这是你开始主体是外交部，我是建议说各部会驻外机构，外交部的不是，那边第三行的他有写。驻外机构，我是建议就是各部会驻外机构，这个不是外交部单一的啦。驻外的，有加强。外交部应自107年度起就各部会驻外机构业务了，不要写驻外机构，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是外交部的驻外机构。驻外机构吗？他只有派，有时候派人而已啊。他只有派人，他没有机构了。他没有机构，外派人员而已。那你就不要写驻外机构。对啊，他们。就各部会外派，外交部再修正一下，你再修正一下文字啦，再修正一下那个可能主秘知道我们的意思啦。嘿，譬如说你讲渔业署，讲经管会，那不是外交部他们的直属的行政，对对对。那他们先讨论，我们先回到第一案到第四案。第一案到第四案是通案哈，那我们先请
议事人员统计一下这个所有的简列跟冻结的部分。那也先请这边提案委员陈委员。其实齁，我是认为这个整个我们在国际交流的部分齁，包括员外的经费齁，我们的预算都编得很大，而且项目都写得很就是说很大样齁，所以我觉得说我最主要包括我们未来可能在台北市大运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跟这些国家来做一个沟通联系，然后呢诶哦，那不用啊，我以为是 G， 对，不用，对，对，就是把所有的整合，对。好，那计算出来了哈，三减八百万四千元，冻结三千五百七十万。简列八百万零四千元。简列这么多，简列这么多。好，那徐政委员要增加吗？这么好相处。好。那这个第一案里面也有很多的专案报告，我们下次再来提办专案报告哦。所以第一案。减列八百万四千元，冻结三千五百七十万。可能会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我们再来审计案。好好好，我知道。好，我知道。等一下要有心理准备那个机会。林长，我要在。隔壁这个给尤美女加油一下，我说您。实力特别好，我不认为。美女，赶快去跟尤美女那个加油一下，她压力好大。我已经去两次了，我已经去那边两次了，可是还是美女效果比较大。就是我 KK 了。撤掉基石改局 H 是是是。好，移到三十三案。那个昨天那个没有，是没有关系，就是我刚跟你讲的。就没意义了。六月三台的，那个爱生好青年，六月三台大家一个地方下，对对对对，那我想这个。
先读好了哈，先读。外交部106年度预算驻外机构业务之预算说明与分支计划及用途别科目无法一致，难以勾稽预算编列实际情况，不利监督。外交部应自107年度起，就编列于驻外机构业务之各部会驻外机构预算为体例一致之说明，并清楚立示计划内容，一例审查。以上宣读。所以，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三案到第十案，请宣读。G3到G10同为第四幕向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G3查520后国际参与空间减少，外交部无法提出积极作为，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减列5000万元，冻结1亿元，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李玉玲、徐志荣。G4为避免外交部以国家公帑补助推动台独之团体将造成世界各国疑虑，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减列7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 G5 新政府上台后，我国参与相关国际组织活动屡屡 受阻，原冻结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 G6 为避免11月罕见疾病基金会受邀出席却无法进入联合国而徒留遗憾之事未来再而发生，外交部应严拟联合国相关事务之处理单位，提高层级或设立办事处训练代表团，积蓄处理联合国相关事务之能量，原针对第四幕乡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陈廷飞、罗志镇、吕孙林、林长佐。 G7有鉴于近期我国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屡遭受阻碍无法出席，外交部对我国际空间紧缩毫无积极对策，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业务费编列2亿4918万6000元，减列50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 G8外交部对我国际空间紧缩毫无积极对策，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之国际组织会费编列1亿1035万元，减列20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 G9外交部对我国际空间紧缩毫无积极对策，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国外旅费编列8011万7000元，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 G10外交部于预算书总说明中未记载任何国际组织会议或活动之赞助说明，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中奖补助费之对外捐助予以冻结1000万元，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以上宣读。请说明。
是主席，各位委员好，国组司王良玉报告。我想先就是这个预算项目比较单纯的这几个提案来先跟各位委员报告哦。第一个第四案是关于我们补助国内民间团体参加跟那个联合国相关的活动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下面哦，编的预算相当的有限，其中一大部分呢是补助，譬如说我们的妇女团体还有原民团体每年到联合国去参加他的那边的相关的周边的会议，所以呢还是希望委员能够优于考虑免于简列哦。那另外呢在第六案关于委员提到说希望能够提升驻纽约办事处工作小联工小组的能量哦。我们纽约联工小组呢长期性的一直在协助我们的 NGO 参加联合国相关的会议，平常也是在当地跟各个代表团能够积极的洽系。那因为这个调整它的不管是地位或者是原额这些哦，可能还牵涉到其他的面向，包括住在国政府啦，还有就是原额的编列资源这些，所以我们是可以在就这一块跟委员这边另外的报告，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委员能够优于考虑免以动之这个项目下面的经费。那另外呢，在第八案啊。就是委员提出来说就是要减列这个业务费项下的国际组织会费，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下面呢只编了就是我们参加 APEC 还有 WTO 两个国际组织的会费，那都是核实编列的，跟先前编列的额度也是一样的，所以希望委员能够同意就是这个项目可以免于减列，因为这个是我们参与国际组织的义务嘛，好，我们就是缴交会费的部分。第九案哦，第九案委员是提出减列国外旅费的部分，那我们也是想跟各位委员报告，其实我们今年在国外旅费的这个项目下面，我们自己已经减列了相当高的额度，光是我们国际组织司这边就减列了1000多万，那我的理解是我们部里面全面减列应该是有到2-3千万的额度，主机处的同仁也许可以帮我们补充，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出席国外旅费的这一块的编列确实是已经就是非常的谨慎了。那第十案哦，关于就是国际会对于国际会议的捐助或者是赞助的这一部分，这个我们向下编列的其实最主要是对于 APEC 执行倡议，还有就是对于 APEC 向下的一些捐助，那包括说APEC 的政策资源小组啊，还有就是我们各部会哦在 APEC 向下提出的倡议的执行的经费。那譬如说像今年哦刚举行完的 APEC 年会里面，它不管是在部长声明或者是在领袖宣言里面都列入了多项我们倡议的内容还有成果，所以这个在 APEC 向下的合作它其实不仅仅于是多边合作的一个成果，它对于双边合作也有一个深化的效果，所以我们也是恳请各位委员在这个向下能够免予冻结。那委员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就是比较详尽的成果成效结果报告这一块哦，我们一定会提供给委员参考做一个详细的报告。那另外呢就是第三案第五案和第七案都是委员对于我们国际参与受阻的关切，然后是在一个比较大的项目下面的统筹哦。但是我想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在这些项目下面哦，其实编列的很多是参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并不单纯是联合国向下的活动，那也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
强调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以专业务实的态度多参加功能性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所以因为委员有提出来说，譬如说冻结一亿啊，或者是减列五千，这些对于我们业务的推展哦，确实是会造成相当大的困难。所以还是恳请各位委员能够忧虑考虑，就是免予冻结还有就是减列的额度。谢谢，请陈委员。那个谢谢招委哈，等会就委员，因为我的每一次我都是这个统的嘛哈，但是每一次我都没有办法去讲到，因为到最后大家都说反正都已经删完动完了哈，所以就不用了哈。好，所以你先表达一下。对对，我先讲一下就是 G1 的部分了哈。我同意说就是整的科目就是等到后端到底删多少这个动多少就是统一处理了哈。那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因为在我们的国际会议或国际交流，或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员外的经费，其实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去做城市外交或是所有的外交活动，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平台搭起来，在我们国家有重要的需要的时候，希望能够发挥功能。所以这一次其实2017年的台北市大运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于台湾非常重要。到底大家现在都在看我们到底可以邀请到几个国家来参加，而且市大运是以城市邀请。现在讲你的，这我相信运动是可以撇开很多的政治立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一个机会，然后拜托我们的外交部一定要给我们所有的外管，我们所有的单位一定要有压力，就是说要积极去邀请过去人家有参加其他国家的一个市大运的，那请他们也一定务必都要邀请来参加我们在这一次台北所举办的市大运。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得到的讯息好像都还在积极邀请当中。那积极邀请当中的目标只要定在哪里，不是台北市政府他们有责任，其实我觉得我们外交部也有责任，因为我们过去有那么多的资源在做一个协助的动作，在做外交的动作，那么在这重要的时刻也希望可以发挥效果。所以我这个部分我会把它转为主决议，我会把它转为主决议，然后拜托我们外交部一定要有目标值，该怎么定请要把它定出来，我们希望到达什么的目标。那我们现在先请那个，因为那个陈委员有这个意见哦，我们就先请那个 NGO 的执行长，有在场吗？是，先说明一下。我可不可以讲一下，我是针对那个廷飞委员。好，那先请李委员先表达意见。来，那个廷飞委员哈，那个非常关心市大运哈，他刚讲的主决议或是冻结的部分完全尊重哈，但是我跟大家再补充报告一下，第一个我是市大运的那个委员了哈。市大运的这个全球组织的，他现在是一个俄罗斯的人哈。那就我所了解到上个礼拜为止呢，它是一个意向的表达，现在已经邀请过来包括中国在内，最后一刻也同意是有105个国家。那当那个我想我了解的是行政院现在也包括教育部或是外交部或其他相关单位也都在协助，还有国安局等等这一些啦。所以我会希望说外交部可以听刚刚那个廷飞委员所提的意见，如果有一些市大运组团要过来的国家，是不是也可以请他们相关的一些官员，也一起在市大运的期间到台湾来访问，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而且市大运就马上就到了，就明年，非常的快，那这样子可以增加我们在这个国际组织上面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了，那这个可能可以请部长来参考，好吗？好，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市大运看起来其实会蛮平衡，因为不管是哪一党的委员都非常积极要促成这一块，这个我们都乐观其成。我倒是是针对这一整幕的部分要问一下部长您的看法。第一个呢，现在所有非外交部的驻外馆的这些人员的工作维持费用或是业务费已经全数编到外交部来，那外交部对于这一些不是属于外交部的公务人员的考核，外交部有没有说话的空间？好，因为你如果馆长是全部都是外交部的人，然后他这是教育部来，这是文化部来，我不跟他管，
那到时候就是会造成我们刚刚所讲的，每个人对像纽约的这个 DFS 对金融局派去政企局派去的人呢，会产生这样的状况。那既然那个预算已经全部挪过来了，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监督管理至少在外管了哈的状况的话，我觉得编这个都是假的。好，所以我要请部长，就是我觉得不要客气，既然已经。对外嘛，我们对外都是一体，不管是哪个单位，对外就是代表一个政府，不是说你代表外交部，你代表教育部，你代表文化部，你怎么样管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部长可以来表达一下？好，那就先请部长来做说明。我想这个，行政院呢，当然因为基于这个希望能够整合国家的所有的这个战力啊，所以有一个行政院有一个统一指挥的办法啊。但是呢，我始终因为我是大概外交部很少数做过五任馆长的，啊，我也很坦白的说啊，我一直觉得啊，这个所谓土法不足以自行啊，是吧？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做馆长一向啊，就是说是这个是使用这种所谓以德服人啦。对，但是呢，我也必须讲，就是说，不是每个馆长都有这个能力这样子做，因为很多馆长他的位阶啊，分量不够，是不是？那因此呢，下面很多的单位人未必会去服他。你要搬这个法去管他，讲老实话，经常会伤感情的。啊，那当然从考绩来讲，这个外馆的馆长他有这个初审、初评的权利。但是复评呢，还是他自己的部会里，也就是说是，如果外馆馆长跟这个某一个组长处不好，给他打个乙等，但是回去以后，他的这个长官呢，还是给他改为甲等，所以这个关系呢，说老实话，完完全全是看一个馆长跟他这个组长之间的一个统御领导的一个关系。这个恐怕我们也都没有办法，所以我刚才我还跟侯市长讲，因为我们谈到一些人事问题，我第一个问题我就说这个人统御领导的能力怎么样，是不是？我要你出去做馆长，我要能够知道你这个人，你有一个统，你的 EQ 够，你能够统御领导，否则的话，这个天天吵架，这个所有的这个力量都分散开了，这很可惜啊，因为我们在外面的待遇，说老实话，这个相当的不错。而且资源那么有限，而面对的压力又那么大，如果说你一个馆八个人不能够八分力量，甚至于有这个加成效果，有综合综效效果，变成十个人、十二个人，那当然最好。我们看到很多馆可能是八个人的抵消，变成五个人的力量都有很多。我知道，对，我们常常听到，对不对？我想你们这个外委会委员在外面跑。也都看过了，这我很坦白的话。可不可以麻烦那个部长这边哈，是不是可以提一个这样的建议案呢、啊？哈，因为这牵涉到相关多的部会，嗯，甚至到后来要有更高的层级来做决定哈。对。那提一个这样的建议案，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决议，做马上的监督工作哈、嗯。可以让就是你讲的，我们的大战略就是所有的部会一定要统一一个战线对外嘛哈、嗯。我想每个政党一定都赞成这样，可是怎么样？部的这个管理的机制上面哈，领导统御的机制上面做更好的建议哈，提供给我们参考一下。嗯，我们可以继续建议了哈，就是说其实外馆现在是有部分合署办公，多数了哈，但是统一指挥这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那我建议就是说，可能在这个会期或什么时候安排一个报告，然后请部长还有各部会有派驻在外的这个单位一起来练习，然后做一个精神讲话，不是讲。检讨一下了哈，那但这只是一个开始，那可能就是专案了，再来看专案才会调回来报告。不是，就是在各部有派驻在的哈。对呀、啊，当然了，外交部没办法去指挥了哈，但是在外馆将在外还是要那个有个那个领导统御的这个还是要有了哈。那当然部长是可能不太愿意到立法院来报告，会有压力，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给外交部这样的一个权利了哈，我们帮你加持，不是要给你啊。好，那是、啊、还是把它说明清楚哈。那针对刚刚马委员，那我们刚刚有个那个四大运的说明，要不要先说？还是好？其实是你要先说。马委员要讲别的。不，我现在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讲。我是觉得哈，不好意思，主席，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刚刚部长讲完之后，我觉得问题其实也不难处理，其实就是一个考绩制度的规范而已啦哈。
我们其实只要把馆长的考级的评分比重哦，从50%变成70%或80%啊，我觉得那个就相当程度的可以做制约跟管理了啦。那当然就是要去评，就是重新去修正我们的驻外人员，包括其他部门派驻在外交部统一管理的那个考评的办法。我倒觉得外交部可以从这方面重新来研议哦，以后这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好啊，我觉得这些就这样就可以处理了。好，谢谢。那请马委员。我是后面的。好，那我们就先请执行长先对刚刚四大运的做一个说明。主席报告各位委员，事实上外交部对四大运啊十分的重视啊。我们长官呢，这个很多次的交代，我们要完全配合四大运的所有相关的这个工作啊。那么，我们事实上这个目前啊，已经跟这个四大运的组织委员会啊，那么密切在联系啊，密切在联系。那么我们也促请他们呢，这个把这个目前已经表达意愿的这些名单啊，那么来跟我们。所得到的讯息啊，相互来比对啊，我们来确认之后呢，我们请相关的驻馆啊，那么再继续的来进洽啊。那么事实上，我们部里面呢，也一直在协助这个四大运筹办委员会啊，比如说在这个外籍志工的招募方面，我们也充分的利用机会来为他们 promote 啊。在11月12号的时候，我们部里协助举办一个募球赛的时候，我们邀请20多国驻华的这个驻华的这个大使馆或者代表来参加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四大运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执行长，那么来跟他们当面报告四大运筹备的情形，并且鼓励他们呢，那么促请他们的政府来重视，来派人来参加，甚至于这个请这个他们驻台湾的大使馆或者是代表处呢，他们有兴趣来担任外籍志工的，那么也请他们呢来 promote 一下。那么其他方面，国际文宣啦，来台参赛这个选手签证等等，这各方面的，我们都积极跟这个筹备委员会在协调啊，我们提供一切这个必要的协助。我们也晓得这是个我们国家所主办的最重要的一个体育活动啊，因此外交部呢，那么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啊。我们希望呢，那么这样一个活动啊，事实上是一个体育活动啊，体育活动应该这个尽量减少这个政治的干预，但是呢，我们。这个在政治方面，我们也做好一切的准备，来配合我们四大运，希望他能够那么办得有声有色。谢谢。所以把它办有声有色，之前的就有105个国家，好，那我们一定尽量也要邀请到这105个国家，如果能够增加是最好了。是的，是的。事实上，对的。好，谢谢。那先请马委员。针对。7、8、9的部分呢，哈，第八，那个刚刚有提到，可能这个部分是针对会费的部分是何时编列，然后这个部分我同意撤案。那另外第7跟第9，因为其实在最近哈，我们参与国际会议一直受到阻挠，这当然可能跟我们整个政策战略方向也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就目前看起来，这个编列的业务费也好，国外旅费也好，如果我们都不能参加，其实编那么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还是建议要简列或冻结。来，接下来江委员。对，好，这部分啊，我想参与国际组织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都非常重要了。而且过去以来，有一些国际组织我们是固定式的参与或例行性的参与哦，像 APWTO 这个是我觉得问题比较不大了哈。至于其他的啊。其他的比较属于非例行性的这一部分啊，我想可能也会因为我们的国际环境不同啊，那尤其现在我们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些变化啊，所以到底我们在国际的参与空间未来会怎么样啊，目前其实外交部这边也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规划出来了，除了那几个例行性的，我们已经是会员的国际组织哦，其他未来的，
在国际参与这一部分呢、啊，我觉得可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编了3亿多元哦，这是多少钱啊？3亿36万6千元。我这边是提减列5000冻结1亿啦哦，那可不可以请外交部稍微再说明一下，到底明年除了这些例行性过去我们已经在参与的国际组织之外，其他的扣掉那一些其他的费用，你预计要用在哪一些国际组织的参与？而且这些是确定我们可以参与的，不会又到一半之后又不能去了啊，甚至就是说、啊、又被封杀了之类的啊，这部分请外交部再说明一下。好。那请郭主司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国际和参与国际组织的项下哦，除了 APEC 和 WTO 的经费之外呢，我们常年性参加的组织哦，还包括譬如说像那个欧洲复兴 EBRD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跟网络有关的，还有很多的渔业组织，还有农业议题方面的组织。其实我们整个编列的预算最大宗是在我们已经参与的国际组织里面。那另外像这个反洗钱啊、打击犯罪、网络犯罪这些议题，我们也都会去参加相关的国际组织。所以其实在这一块的编列上面，我们是已经编得非常的精简。针对国际组织这一部分，你这个预算是多少？因为这个整个项下其实是我们整个部里面，还包括就是会参加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那我们自己国组司本身的话，我们编的预算是3亿多，是，但是是在这个国际合作项下的话是有2亿多。啊，罗委员，我外交部没有解释清楚了哈。去年你们参加国际组织活动编了，我看了一下哈，编了3亿5900多万，对不对？然后今年编了3亿036万6千元，你们自己砍了5000多万呢，对不对？是。所以事实上你们已经比去年已经大幅的减少了。对。当然其中原因可能那个 APEC 举办的地点不一样了，浓缩很多。今天明年在越南嘛，可是反过来讲，你们自己已经砍了那么多了，所以因为这一部分真的是外交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那当然，江委员大家都非常关心整个国际组织参与。你过去也是 APEC 中心的执行长嘛，哈，所以你很清楚这个预算，是每个都花在刀口上了。那我建议就是说，因为你们只砍了5000多万嘛，还不是500多万，5000多万嘛，这部分是可以就尽量啊免予删除的方式，好吧？啊，请徐委员。谢谢主席，我是有关机事的哈。刚刚那个长官是有说明，我主要的案由里面我是写的推动入联了哈，就是我们推动入进入联合国。刚刚长官讲的妇女团体的什么我都没有意见。现在推动入联，你如果以打着中华民国我们刮胡台湾什么名号，我也没有意见。我们的总统小英总统在讲，我们现在就是要维持现状嘛。啊，至少他现在也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嘛。那我是说，这个奖补助如果是推动入联，用台湾国的名义，我们至少现在还不是台湾国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补助？比如今年九月有去推动入联了嘛？那我们有没有补助他们？我跟委员报告，我们今年推动参加联合国的主轴是在于参加他的专门机构，还有就是我们支持联合国的那个永续发展计划，所以我们今年九月份的整个工作是这个主轴的，我们的就是参与也都是由这个主轴出发的，所以并不是推动入联。跟委员报告，谢谢。你们没有机会去推动入联的。推动入联我也不反对的，反正国父推翻满清也是实施才革命成功嘛。但是问题你是打着什么旗号进去的啦？是这样子
哦，你如果说要用台湾的名义，怎么有可能呢？至少我们现在也不是台湾国吧。所以我的意思有提这个案子，就是你如果有补助以台湾国的名义要去推动陆联的，我就不赞成了。是我们今年的做法应该并没有违背那个委员的 concern， 我们完全是从务实的角度去做的。好好，这样我了解啊。这个所有的案子就是我们国际世界组织，我提的案子是第五案跟第四案哦。我们也是要强调，因为在世界组织大会里面很多的会议啊，你们都在状况无法掌握，有时候是受阻了，你们就没有积极性再去争取或是做一些所有看看可以再努力的方式哦，反而你们就给我们两个字，很遗憾，哦，遗憾，哦，还不他们没有讲很遗憾哦，所以我是希望。要再积极，不是遗憾两个字可以交代，我们要继续努力，包括陆联也是一样。所以很多的那个世界组织大会里面哦，我刚刚看到你们自砍5000，我在想是不是你们就遗憾就不去了，所以这经费就全省了，就自砍5000了。是，还是说你们就变成场外了，场外的费用比较省了，场内的预算会比较多一点。报告一下，哦，我们今年明年的预算减列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APEC 向下的预算，今年我们是在秘鲁开会，所以那个机票费非常贵。那明年的话，主办会员体是越南，所以呢，在旅费的这一块我们就删了很多。那另外也是一方面配合政府的政策，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技术性的会议，它 maybe 一年是常态性的举办3次或4次，我们可能就是去个2次，就是能够掌握议题的进展。那但是这个是比较技术方面的议题，那有些的话我们可能也是精简，就是参与的人数，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在预算方面能够配合这个精简的这个做法。所以你是说机票的距离的问题的反应我们的预算，那我们最主要提出来就希望你们不要用遗憾，要继续努力的争取我们在国际上能够出现，能够为我们台湾，为我们中华民国，哦，的参与，真用我们的组织大会，哦，我们对国际事务，哦，能够主动的参与，这是最重要一点。还有就是你们所有世界组织大会，不管是 APEC 啊，或者 WTO， 你们所有的参与之后，不管是场内或场外啦，你一定要把执行的结果的报告，啊，用书面给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详细的报告。给我们知道好不好？那我要问一下，这个经费有没有包括 NGO 参与的补助？有，包括一部分有。就是你现在那个 NGO， 哎，对，有吗？有部分对，就是在我们司里面也有，在 NGO 委员会的预算编列也都有。NGO 委员会这里面 NGO 委员会的预算是多少？这里面有没有？这里面占多少？报委员，NGO 委员会主要是补助我们民间团体去参与这个国外的活动啊，参与联合国方面呢，我想跟国际组织是比较有关联。我们是补助他们到国外去参加比赛啦、交流啦、去等等的。所以你们的预算不在这个3亿里面，你们在补助那个 NGO 委员会的，应该统一在里面国际会议交流里面。我的意思是说，大概多少啦？大概多少？一年大概你们编多少？再报告一下 ，NGO 在这个分支里面编了2839万3000。哎，部长，这个太少了。太少。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其实我想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处境啊，我们都很清楚啦。啊，那特别我们官方要参与的情况，老实讲，我们都知道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障碍啊，所以这部分。我们都愿意支持，哦，我自己本身过去参与很多，所以 我都愿意支持。我也觉得政府官员应该掌握这些机会，但是民间实际上它有很多开拓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像我这边，我常常也会接到一些民间团员，他们想要参与国际会议，哦，人家都主动邀请，可是希望政府给他们一些 support， 但是每每啊，请外交部帮忙一下，10万块台币。甚至5万块台币，这个
其实对于要参加世界性大会的这些国内团体，尤其专业性的团体来讲，坦白讲，他们需要的政府协助啊，当然不是说全部都要政府来 cover， 而是说这个补助上面能够稍微多一点啊。那甚至很多团体都没有拿到，很多团体他们几乎也都没有拿到啊。所以我反而觉得 NGO 这一块是外交部可以好好的来规划运用的，因为 NGO 这一块如果我们参与得好，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在 IGO 这一块的参与啊。所以这部分的预算，其实我也不倾向于说一定要删，但是我希望外交部能够有一个规划，特别是现在如果两岸又是新的状况的话，我们的国际参与、国际组织参与变化会很多，好，挑战也会更多。所以你的 IGO 跟 NGO 这部分的资源的调配，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有一个全盘性的规划跟思考，啊、哦，那这部分我主张冻结了，啊、哦，我要你们来做一个比较专案全面性的报告，啊、哦，我想也会排啦，啊、哦，接下来外交委员会也会排，因为这是你的主要业务之一嘛，让我们了解你到底整个明年度在国际参与上面、国际组织，尤其国际组织上面民间的。跟官方的外交部，你们的策略跟规划是什么？好，因为我觉得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我想江委员能够支持啊，我们非常高兴。那关于这个明年的参与呢，我想如果你公开会议，当然我们也只能讲一部分；如果你秘密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多讲。可以秘密会议没有关系，这叫秘密会议。好，请帮委员。那我刚刚就八案我撤嘛哈，第七案跟第九案，我们也要求一定要有一个通盘检讨跟说明才可以。好，嘿，建议冻结一个1000万，一个500万。来，罗委员，因为现在都是在国际组织那个项下的嘛，啊，那总数是3亿多啊。那我建议是不是就是说全部并在一起啊？冻结看是300来作为书面报告，或者是马委员同意吗？不，我罢了，我罢了，我罢了。好，500了，好吧？可以吗？反正要做报告嘛，可以吗？500了哈，1000好了。罢了，拜托了。你无所谓啊，因为他所有的就一起报告嘛，对不对？反正也是要报告啦，我们要一个做法。然后，一般你现在所有的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完全没有办法，国际会议完全没有办法参加，你通通提不出一个方案出来，你编这些预算其实也没用，你旅费也不用啦，你的业务费也不用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一个好的说明或者有什么因应的方式，我觉得这外交部是必要的，我们基本上我们支持，可是要应该要有一个做法。这样我们排专案报告了，好不好？好，那就冻结。1000好了，哈、哦，对，我们冻结1000万。好，不要讲话啊！冻结1000万，做专案报告，使得动资。好，那11案是撤案哈，编到H14-1。我们接下来就是12案到32案，请宣读。G12，外交部于预算书中就如何配合新南向政策，加强亚太地区各项交流活动，说明未臻详尽。原针对第四目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冻结5000万元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林长佐、罗志镇、蔡适应。G13。要求外交部立即进行审慎评估，安排跟美方人士，不论是行政部门或立法部门，争取互动跟沟通的机会。原针对第四目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预算7亿7150万1000元，冻结2150万1000元。外交部并应于一个月内提出书面评估报告，使得动支。提案人陈廷飞、罗志镇。林长佐、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G14，外交部补助设置中华台北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名称应冠以台湾或中华民国，而非沿用权益名称。
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冻结1711万1000元，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诗应、陈廷飞、罗志镇、刘世芳、吕孙林。 G15， 我国与他国签订有关民刑事司法互助协定成效不彰，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冻结296000元，书面报告及提出计划其成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罗志镇、吕孙林、陈廷飞、林长佐。 G16， 冲之鸟礁经济海域的国际公海争议，外交部对日交涉无力，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亚东太平洋司推动亚太地区学术交流，编列经费1030万，减列3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 G17， 国人遭索马利亚海盗挟持达4年7个月，使获释返台，显示过去外交部在拓展亚西及非洲地区外交工作并无绩效，国际交流活动亦无注意可言。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亚西及非洲司协助团体办理及参加亚西及非洲地区国际交流活动，编列504万7000元，减列2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 G18， 外交部并未积极推动 RCEP TPP， 令对日经贸交流连年高额逆差尚欲在进口核灾食品，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之经贸交流活动，减列5000万元，冻结1亿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 G19， 台美 TIFA 至2007年第六届会议后即延宕，直至民国102年3月重启 TIFA， 直至105年10月，台美 TIFA 会议仍无实质进展。原针对经贸交流活动预算数2亿688万9000元，予以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陈廷飞、林长佐、吕孙林、王定宇、罗志镇、刘世芳。 G20， 欧洲议会于105年7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全会就欧盟执委会贸易及投资政策文件通过决议案，包含预请欧盟执委会立即与台湾起谈投资协定之条文，外交部应该积极追踪该起谈投资协定相关条文的后续发展。原针对第四幕向下经贸交流活动予以冻结7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陈廷飞、林长佐、吕孙林、王定宇、罗志镇、刘世芳。 G21， 冲之鸟礁经济海域的国际公海争议至今仍存在，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经贸交流活动预算编列2亿688万9千元，予以减列5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 G22， 冲之鸟礁争议，外交部与我国相关经济海域争取谈判上并未有具体成果，对于未来东亚经济情势之批变，外交部皆未有具体因应之策略。原针对第四幕向下经贸交流活动亚东太平司就区域经济和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或研讨，推动台日经贸交流及对话等经费，原列540万元，冻结2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 G23， 鉴于近期我国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接受阻碍无法出席，显见外交部对我国际空间紧缩无积极对策，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其他协助各项国际交流活动编列3亿4383万4千元，予以减列50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 G24， 外交部针对冲之鸟礁海域谈判无法替渔民索回遭日方强收之罚金，经贸议题反遭日本要求开放和核污染地区食品，原针对第四幕向下其他协助各项国际交流活动有关亚东太平司业务之1105万元，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 G25，
日本与台湾贸易关系紧密，但外交部却无力推动与日本政府签订司法互助协定。原针对第四目项下其他协助各项国际交流活动有关条约法律司业务至1496,000元，冻结500,000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G26，外交部国际传播司主要工作为配合府院高层出访、办理新闻业务等经费。106年度编列金额是否足以支应实际所需，不无疑问。原针对第四目项下其他协助各项国际交流活动有关国际传播司业务至1,680,000元，冻结500,000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G27，英翔专案期间，总统府释放总统与美国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通话，并预祝11月总统大选顺利之消息，导致外界质疑总统府及外交部与美国总统选举前表态押宝，造成我外交国安空前危机。原针对第四目项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之业务费，冻结100万元。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G28。外交部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之委办费未兼相关委办计划或说明，原予以减列915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G29，新任美国总统川普选前即宣布，要扫除华府公关公司、政府智库三角关系的利益输送。我国若继续委托华府公关公司经营华府人脉，势必影响我国与美国的关系。原针对第四目项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之一般事务费，减列1,332,000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G30，办理国防或战略安全对话与外交部执掌明显不符。原针对第四目项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之一般事务费，予以减列4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G31，外交部研究设计会近年来研究成果较受限，成效不彰。原针对第四目项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之一般事务费，冻结7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蔡适应、陈廷飞、吕孙林、罗志镇。G32，我国已签署这 FTA， 并未给予主要贸易国家增进商品在主要市场竞争力之注意有限。外交部应会同经济部依双方贸易金额之多寡，建立 FTA 签署之优先顺序。原针对第四目项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之一般事务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罗志镇、吕孙林、王定宇、林长佐、刘世芳、蔡适应、陈廷飞。以上宣读。请先说明。主席、各位委员早。亚太司司长陈文仪针对这个 G12 案呢，做一个回应跟报告啊。那在司里面，在这一个国际会议跟交流项下呢，办理这个国际交流活动呢，那我们基本上是针对这个政府现在施政的重点新南向政策呢。希望能够跟这些新南向的这个目标国呢，针对智库、学术、文化等相关面向呢，进行交流跟合作啊。那我们也希望说，比过去呢，在议题方面能够更为多元，层次方面能够深化，机构的方面能够扩大啊。那我简要的就几个面向呢，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这个中南太地区呢，一直是我们邦交国的这个重点区域啊。那我们推动一个美拉尼西亚的研究计划，希望透过跟这个澳洲学术机构的合作呢，然后连接我们的友邦还有这个区域的大国，包括这个巴布尼、新几内亚跟斐济等国家啊，那针对这个美拉尼西亚地区的研究呢，能够有更深的了解，那也透过这个研究的面向呢，跟加强周边的关系。那另外这个我们也希望新南向政策呢，除了政府单位之外呢，能够结合这个地方政府啊，把这个中央跟地方政府呢，能够针对推动这个文化外交呢，连成一气，那深化地方跟这个我们新南向目标国的这个链接跟互动，然后能够建构这个多层次的文化网络。那在这个月的5号跟6号呢，我们办理了本年的亚太文化日，那邀请了20个
亚太地区国家驻华机构，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并邀这个台北、高雄、台南、台中、新北市、桃园跟新竹县七个跟新南向这个国家呢做一个连结啊，那效果这个效果非常宏大。那我们希望这个明年呢，这个委员继续支持，在预算支持，那我们希望能够扩大来办理。那另外在这个台湾跟东协对话论坛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月刚办理完成啊。那这个针对经贸合作、跨境议题、育才交流等这个进行讨论，那我们希望说借这个机会呢，宣示新南向政策，那增进我们跟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了解，作为我们推动政策呢，在智库还有制度化我们跟东协国家协商对话机制这一部分能够充分交换意见。那我们也希望委员支持在106年来够继续办理。那其他的部分呢，包括跟补助亚太各国机关来台加强合作，以及我们赞助国内的机关办理各项有关这个新南向政策的功能性学术合作教育交流这一部分呢，我们也会扩大来办理。所以基于上述呢，我们恳求主席跟委员呢，能够对我们这个本案能够大力支持，免予解冻。谢谢。部长，你那个时间你要好。部长很重视这个亚太的所有的一些事务哈，先请徐委员。我也争取部长还没有离开之前哈，抢着麦克风想请教部长有关我的 G29 里面所提的啊，是不是川普这个当选的总统虽然还没有就职，他是不是真的对我们这个华府的一些公关公司所持有的态度是负面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发了这个钱，我们反而适得其反啊？甚至于有句话形容说赔了夫人又折兵哈，是不是川普对于这个华府的公关公司的态度，据您的了解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发这个一年可能几百万美金？我们在没有花到几百万啊，但是跟徐委员报告，就是说是在华府的运作里面啊，公关公司的这项支出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在这里可以跟徐委员保证，我们呢绝对是物超所值啊，因为过去20多年以前，我自己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我也已经告诉驻美代表处要重新检讨。为了这个川普政府以后啊，我们要找新的公关公司，意思呢就是说是能够跟新政府有沟通管道的。那这个钱绝对是花在刀口上，因为这是我自己很懂的一个部分。对的，我主要问的就是说川普他现在对这个公关公司，当然啊，部长经理的这个说明我也了解，说你那个公关公司可能找的对象就是会跟川普就比较那个的。对了，就有限了啊，就这样子啊，这样我了解了啊，我们绝对会花在刀口上的了，好吧？啊。请马委员。就这个部分哈，其实我们比较关切的就是虫子鸟叫，因为对我们渔民，大概我几个案子大概都跟这个比较相关的。那在之前在询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特别提到，因为其实我们国内的立场很重要，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坚持，那是礁，其实要日方去同意200海里的这样经济海域，我想对我们的渔民还是会有相当程度的伤害。那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他600万的那个算保证金吧，其实也没有要回来嘛，对不对？所以就像大家讲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诉讼保证金的部分，大家可能不太渔民没有能力去跟他要回来，因为后面的新送的过程，还有未来如果判决是由日方主导的话，对我们其实相对罚得更重。所以就这个部分，怎么样在未来不管是谈判也好，
也有我们自己也有认为啦，就是说如果可以坐下来谈判当然是最好的，不要有正面的冲突。不过你如果连肌肉都不给人家看，我们很难相信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来跟我们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非常坚持说要有一定的一个立场。那我们国会就当外交部的一个或者其他的相关部会单位的一个后盾，由我们来做强力的一个要求，让我们在谈判的条件上面可能可以更符合国人的期待，这是我们希望的。这个谢谢马委员的这个指教啊。事实上，这个在我们每次谈判都是那个蔡秘书长又溜掉了啊。这个我每次啊，这个谈判之前我都会告诉蔡秘书长啊，我说啊，像徐委员、马委员的这个。这个发言啊一定啊就是啊你啊告诉日方的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说在我们的国会里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声音，你日方啊你必须要认真的把这些意见啊列入考量。那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说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有有谈判，而日方的高层也会来，我还会因为这种会议我不需要参加，但是我会接见，而且会请他们吃饭，我也会把这个两位啊所代表的意见呢、啊、会告诉我、啊、这个日方的团长啊。但任何的谈判啊不可能在讲到说没有谈判啊这一回合就谈成了，那种谈判一定是老早都意见都很一致的时候才会有一次谈判就结束了，通常比较复杂的谈判都要来来回合几个回合啊。但基本上我还是对这个谈判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啊、我是乐观的。当然这个谈判要谈几回合要谈多久，这个我讲老实话我也没有把握了，是不是？因为基本上我的感觉是双方对解决问题啊都有很高度的兴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判之前我们知道可能一边热，那种谈判通常都不会有结果的，是不是？也有碰到这种是两边都不热，但是在环境的压力之下逼上桌子，是吧？这种机会也有，那谈判几率成功的机会更低，是不是？目前我个人的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双方都有意愿要有一个成功的一个结果，当然彼此有立场有拉锯，是不是？要谈几回合，我也不知道，至少马上下个礼拜我们要再谈。好吧，部长，其实基本上我们是认同，就是说，怎么样谈判当然不是一次到位，我们也有这样的认知啊。不过就台日的关系，民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友好的，尤其在三一以后，其实我们过去在这段时间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所以透过这样友好的关系，可是等一下请部长教我跟那个徐委员哈，可见我们的言论跟方式还不够尖锐跟强烈，怎么样？你偷偷告诉我们怎么样强烈到可以让日方感受到有一些压力？因为包括这一次核食品的部分，其实如果有国内这样子的一个推力，我相信在某些程度上面，其实要跟日方谈判也是有利的。另外就是我们在渔业，这是我们希望有的共同利益，我们也期待。在很多次的谈判里面，其实一定要掌握这些优势，不然你谈十次，我们还是处于劣势啊。好，这个部分，不是徐委员。简单讲的，部长，你也在赶时间的，我们也要叫我们要叫你们讲教导啊，照大家的回答，等那个国际法庭去判了，那个我们就不需要在这边讲了，你们可以。不，他的立场他是讲不出来嘛，哈、哦，他以前就问过了嘛，以前就问过了，说他等那个现在不是缴刀了，你可以谈到说，台湾跟日本，我们的移民到十二海里外，从之鸟礁十二海里外可以自由的去捕鱼，不会被他逮，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海巡署也不用这样派军舰到那边去赴鱼。也要成本的，你们私底下大家有这样的默契，移民可以去，你们对外不能说讲得很明白出来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的前移民的前
利益可以保障，可以去自由捕鱼，不会被他再抓去再怎样。他很简单嘛，上次我讲过600万日币，他不是计较600万日币的问题啊，但是等于是他要坚持他还有那个200海里的那个海域嘛，所以大家对外不要讲得这么明白，但是有默契，我们的移民可以自由去，我们海巡署的也不用去，这样就好了吗？请问委员，其实我了解那个刚才徐委那个建议非常好，我相信也应该在外交部的谈判的那个沙盘推演跟模拟里面。那我们知道，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们枪口一直对外了。好，那就是角色扮演黑脸白脸的问题，尤其是感谢反对党的立委愿意扮演这样一个强硬的，而且是认为做外交后盾的角色。那事实上看起来大家也没有说要大砍了哈。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有些决议，好，因为后面还有决议的部分，那一部分倒是可以哈，用决议的方式，然后给外交部一个更强的一个要求，那这样在谈的时候也给外交部一些筹码。那个刚才徐委员讲的比较含蓄一点啊，我是觉得还不够强硬啊。对日本就是要强硬啊，民间可以友善，政府一定要强硬，否则绝对是扔头轻棍啊。我们到目前没有跟日本要到任何东西耶 ，so far 没有 ，nothing。过去渔权谈判谈了十几年，对不对？好不容易签了一个协议嘛。其他我们没有达到什么、啊，贸易利差没有改善过、啊，食品进口我们是第三大它的出口国。三一之后不但没有减少，还大幅增加50%。好，日本食品进口，现在核灾的有疑虑的又要再进来，那我实在是非常怀疑说我们的对日的工作的能力啊。对。这个是非常怀疑的。第二个，冲之鸟的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啊。如果他什么都不给我们，我们就强硬的撑在那边嘛。三一这么大的核灾之后，我们进口日本东西都没有减少了，日本根本没有在怕我们。但是我们如果要一昧的拿着东西要去给他，去拜托他，他真的看扁你的，真的就看扁你的。我们是在三强之间难为小了，美中日三强，我们难为小，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这个例句了，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会处处碰壁啊。然后呢，人家他不要的全部都丢给我们，今天看你的渔民不高兴就去抓，罚金给你扣了不还给你，你来赎人。你要出动海巡署，你要出动政府去救人，还没办法去跟他平等的谈道理啊，这才是我们悲哀的地方啊。所以我对于整个这个我们对外的经贸交流也好，或者是说对日的这方面的经费啊，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好像说鼓励你们啊，站在鼓励的态度这不行，站在国卫的态度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啊。所以在亚太司的这一部分相关的经费啊，我个人的主张啊，起码这绝对要大幅的冻结了啊，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国会表现出来对日本的态度是太软弱啊。我一再的讲，八月初我们立法院的团到日本去的时候，其实我坐在那边，日本的国议员在讲那些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难过的。虽然是闭门的会议，但是怎么感觉上好像就是在要求你们台湾，就是要一定要开放那个无限式的食品。几十个议员跟我们对话，每一个都要跟我们讲这个事情。那我们跟他要求的东西，他没有一样回应的。日本还是内阁制，他是国会议员当这个阁员的，他这么强硬的要求我们。那我们的驻日代表，我们的驻日人员，一句话也不敢吭啊。我们国议员提出来的东西，跟对他们要求，包括渔权，包括冲之鸟，包括其他的农业的，一句话也没回我们。所以我对这样子的情势，我非常的不满哦。所以我把我的提案稍微讲一下 ，G18，
G18 这边，这是经贸交流，经贸交流我们编了2亿688万、哦、这里面我有几个问题啦。第一个 WTO 的那个经贸事务研究还有人才培训哦，编了8850万，然后下面又有一个 WTO 架构下的这个相关的国内团体的外交活动又编了390万，换句话说光这一个部分就9000多万了、哦、这个部分我是比较不清楚啊、哦、为什么编那么多啊、哦、然后呢我的了解这一块的经费常年都是编了将近1亿啊，编了好几陆续十几年了、啊、十几年了、哦、那现在到底我们的对外经贸的重点还是在 WTO 吗？还是说在其他地方？好，那这个资源的运用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调整啊、哦？那另外 G24 案，这是我刚刚提的，就是对日的那一块啊、哦，我特别针对对日那一块。所以如果对日的这一部分我们没办法去有一些强硬的作为的话，那这个亚协的相关的行政费用啊、哦，那我们就必须要来做检讨。好、哦，然后 G25 案啊、哦。这是涉及到司法，也就是调法师的、哦、当然我这边主要的要求就是希望台日可以就司法的互助，就算没办法短期签，但起码要具体的去谈，因为我们之前发生违标那个食品违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他是求助无门的、哦、即便说我们已经查出来说哎、欸、这是谁，但是因为他在日本，我们没有司法互助的关系，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要求任何的这个赔偿的。所以未来如果说行政部门真的执意的开放了核食品的话，那我们这边如果也受害了，没有司法互助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对日本要求任何的赔偿。好，包括这个渔权渔民的事情也是一样，其实渔民的个案如果有司法互助，他也可以用法律的案件来处理，可是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这个司法互助啊、哦。然后26案刚刚我们又提了哈、哦。不过26案那个小案子啦哈、哦、等一下再来谈好了。我想针对上面几案我先表达我的立场。所以我们对台日的海洋协议啊，这个对话，我们的渔权，我们在日本方面，我们所有的驻日大使或是亚协都没有强硬的表示着我们中华民国的态度，让我们渔权啊受到损失，没有保护到我们渔民的权益啊。尤其是日本福岛这个五县市的食品也进来台湾，所以我们在强烈的拒绝核灾食品进入台湾，因为这辐射的检测啊，这个完全没办法检测的清楚，所以我们要强烈的有具体的因应的一个策略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哦、不要碰到日本我们就转弯，碰到日本我们就退让，而且还要看日本的脸色，只要日本丢给我们东西我们不能全部接受、啊、我们的权利外交部我们要好好的有具体的方案出来。 好不好？谢谢这个主席跟江委员的指导啊。容我再讲几句话关于日本的问题啊。这个事实上我想这样子讲啊，这个政府不会没有立场啊，政府绝对不会这个什么软弱啊，那我们是有所期待有一些结果出来，当然这个结果呢现在还是没有成熟啊，所以我们也很抱歉，我也不能够讲得太明白，但是我敢跟两位委员还有在座其他委员保证，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谈判啊，我们绝对不会是一个 sucker， 好不好？我们绝对不会说是吃亏而没有拿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好不好？这一点。第二呢，关于刚才江委员讲这个区域这个经济整合组织的问题啊，我想当然 WTO 是我们已经参与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当然会继续参与。
但是以目前的一个新的氛围之下，啊，双边的这个经济自由化的制度化啊，我想是目前呢，我们不可以避免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在这一方面呢，我想外交部在今后呢，一定会很努力的在做。事实上，在最近的三个礼拜，我走了很多国家，也都是为了这些事情在奔走。包括刚才大家曾经提到的一些问题，当然就是我也很抱歉，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我去了一些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但是绝对呢都是关键的人物。而且像这种谈判，讲老实话，都不是说是在一年半都能够谈得成功的，是不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在2年3年之内能够谈得成功，我都很高兴了。但是就是说，你台湾不去走这种双边的经济整合的话，真的是我们的未来呢，是真的会有更多的压力与这个挑战。这些东西都在进行中，但是我们的困难呢，就是因为你都是无邦交国家，所以我不能够讲，是不是？而且这些国家讲老实话，是真正跟我们的贸易量是大的，所以这些国家如果能够谈得出来，是真正有用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比例大家都很清楚嘛，是不是？这个所以你必须要在这种无邦交国家中间呢，就要穿梭，要奔走，要能够谈出一个 deal 来，那这个才是真正有用处，好不好？因为我12点钟要主持一个重要的参会，必须先离席，抱歉。好，那我们就同意部长先行离席。我是觉得在这个部长要离席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就把这个案子把它处理掉了。那我看到我们大家委员的意见哦，大部分都是提冻结案比较多了哈。那我会建议主席，是不是我们就提一个金额的冻结金额，那不要删除，因为其实这个是他真的是海外工作很重要的事，我们就冻结个金额。那我们这里面所有委员所提的案子，就请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就这部分来做专案报告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来处理。我们这边冻结最高是1亿、啊。那江委员。就动1亿啊！建议啦，我们就动1/10，7000万啦，7000啊，哎，7000万啦，好不好？你总共这个总共7亿不是吗？总共是7亿，是不是？对啊。7000啊！7000行就啦，1000太少了，太少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我刚刚讲的核灾食品的。如果核灾食品真的进来，我必须把亚协经费砍掉。如果核灾食品进来，亚协经费核灾食品若进来，这个亚协经费砍掉，经费就要砍掉了。这没有尽到守护人民的健康的责任嘛？人民的权益、人民的健康，我们要强悍一点的。哦，核灾食品不能进来，我想行政院也讲了很多次了，但是对于那个食品或者国际贸易的谈判，其实我这嘴没嘎嘎了哈。那刚才如果讲说动1000太少的话，是不是这样子？部长也要离席了，我们就冻结2000，然后叫他提出相关的报告，安内得塞啊，好了，2000五搞啊，好，好了，好 ，OK， 太少，你7亿哎，7亿的经费，不很多次实际上要运作的，因为外交部的成效其实我们大多数都无邦交国家了，这个工作其实很重要，2000嘛啊、哦，我们是说5000呐，好了，5000 OK 了，差不多了，不到1/10了，那个蔡适应7000呢。他扣掉你的2000，他被开除党籍了，是不是？没关系啦，我们会收留你，折中一下啦，刚刚好嘛，刚刚好就是5000。好，那折中3000好了，好不好？那就不要说了。尊重主席啦，3000 OK 的，好。3000，那做个具体的报告，好，这整个策略的报告，要做专案还是书面？啊，专案，这里专案报告，这边包括那个绝对不能让核灾食品进来台湾。我们的专案真的很多哈、哦，不会啦。好，那这个专案报告，主席，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个专案报告是针对我们这个 G12到32的内容吗？是这样子吗？
好，那主席，我想要表达一下我的意见，就是我的是 G12。那我想这个外交部包含部长还有各部会的人员，其实对于新南向政策的推动都是非常的用心。那在这边我要非常的肯定他们的用心。那就是说，这个针对这个部分，我想就不用再做一个专案报告，做个书面做报告就可以了，好吗？主席可以吗？就是我的 G12 案子是针对这个新南向政策的部分。没关系，因为我们是12到32，哈，全部通案就做专案报告。还是要做专案报告？好，那你要不要去咨询这个新南向都没有关系。好。好，那我们12案到32案就做专案报告，冻结3000万。好，那我们就审到 G32，我们先休息用餐。那就1:30，1:30，我们再继续审。按照他的那个点动，按照他的点动。等一下，今晚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开始？好，那就1:00开始。我们休息到1:00，用餐到1:00哈，再继续审。Thank you.